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23日星期三，上午9时12分至11时55分，下午20时37分至5时26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张委员红路等12人，列席委员黄委员招顺等16人，列席官员。上午，考试院秘书长李继轩及所属人员；下午，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及所属人员；主席许昭菊委员淑华。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上午部分，审查20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考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二、审查20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考选部主管考选业务基金收支部分；三、审查20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全序部主管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收支部分。本次会议上午由委员林委员德富等11人提出质询，委员林俊宪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另定期继续审查；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下午部分，审查20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立法院主管收支部分。本次会议下午由委员段文一康等11人提出质询，委员周成秀霞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税入部分通过决议2项。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21项，立法院无列数。第四款，财产收入，第22项，立法院653万2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3项，立法院44万2000元照列。三、税出部分，第三款，立法院主管第一项，立法院原列349,595,000元，减列第五目，国会图书业务474,000元，含图书管理项下立法报章资料专辑印刷费174,000元及议政博物馆项下业务费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六目，公报业务项下文书印刷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1,474,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48,912,100,000元。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另通过决议16项。请翻到最末一页。四、中华民国20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立法院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五、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那请问各位委员，上一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疑的？那如果没有，我们议事录就确定。好，那今天排定的议程呢，我们上午9点到10点30分、是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二、委员蒋万安等6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曾明宗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四、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吕玉玲等20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徐国勇等19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八、亲民党党团拟具洗钱防治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九、委员段宜康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条文修正草案；十、委员江永昌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那上午10点30分到12点呢，下午2点30分到5点30分呢，去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总统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那我们现在先进行讨论事项一，有关洗钱防治法草案。那洗钱防治法草案呢，业经本会105年9月22日、10月26日、11月3日及11月16日举行过4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那今天呢，仅针对保留条文，就是第12条、17条、18条、22条及23条呢，继续进行逐条讨论。
那现在我们就先，我们先进行协商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对于哪一个特定违法行为这个部分不用到百分百，但是它是源自于某一个某一个违法行为的所得，这个是 OK， 这是我们要求要确信的 啊。但是你们现在这样写好像就是说来自于某个违法所得，好，那个不用到确信。我们之前谈的是说哪个行为违法行为不用具体，这个不用确信，但是一定是来自某个违法行为，这个一定要确信啊。是违法行为。哪一个违法行为，那就要本案没收了嘛，另案要本案没收嘛。好啊，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比方说他上次我们讲说有100万，那100万他到底是贩毒的呢，还是贪污的呢？哦，还是抢来的，那这个不知道嘛？哦，所以呢，这个就无法确信。但是呢，这100万显然是违法所得，哦，是有这个概然性。但是他犯哪一个罪？哦，是犯哪一个罪来的？还是偷来的？也不知道。哦，这种情况之下，才说这就有概然性的，这个概然性事实上有这一种有这状况。哎，不过就把澳门指令下，因为扩大没收是不针对不法利得嘛，他本身不在于说，就是因为找不到他的原来的犯罪，所以。啊，所如果有原来犯罪，就是另案没收了、啊，那个没问题啊。好，那个次长，就是说我们现在会有个疑虑啦，因为现在就是在这边有一个扩大没收嘛，那这样的制度在洗钱防治法，我们决定是说可以放嘛。那现在会去考虑说，将来你是不是贪污治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都有可能采这种扩大没收？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立法模式，将来是不是变成一个普遍性？我们会有疑虑，所以我的建议是说，第四点的理由，欧盟的指令还有相关的条文，我们都可以放进去，让法官、让检察官、让各社会各界去检验。但是第五点的理由，你们去做的一个解释，我们是有疑虑，所以我是建议说，第五点可不可以不要放到第四点就好了。因为第五点这个不是我们的解释的，这是欧盟指令里面本来就有这一段的。哎，不，不是啊，啊，就英文就是安尼啊，啊，不，英文就是安尼，这是英德哈，哎。嘿，啊，无，那我那个，啊，无，我个英文的拢系做内底嘛，无要紧啦。嘿，好不？好不？嘿，好。
28个国家跟德文是不一样的啊。哦，因为哈、哦，扩大没收有的是欧盟哈、哦，欧盟国家有28个嘛哈、哦，那他的2014年的指令要求各会员国要履行这个部分呐、啊。哦，那14个也是 FATF 的国家，所以基本上呢，在洗钱防治这一块的话，是对大家是有共识，说要扩大没收了，哎。没有了。我家里还是盖人性，就是比可能性更高。这就是英文的 probability。如果是 Margaret 开的话，它是 possibility， 所以把家里比把这些来的更高。因为条文你需要证明，条文就写证明嘛。那我们是把很。四点没有内容啊，我们是，哎，因为我们第四点是我们自己的解释，黄哥，第四点是我自己的，我们自己解释了。那第五点我是把欧盟指令抄下来做参考了，哦，也不是我们自己创的。第四点是我黄哥是第四点是我们自己创的，我们自己写出来的。第五点才是欧盟指令的解释啊。那我们希望说把欧盟指令解释呢，大家在适用的时候呢，比较不会违反那个本意啊，哎。那至于说其他的法律是不是扩大没收，因为有的国家是全部刑法都是扩大没收，我们现在还没走到那么大的地步嘛。那现在因为我们前面就加了说长期性集团性的、啊、已经缩小范围、啊、有长期性，所以一个人的行为不会包括在里面，所以都有限缩了，不会说对成对任何人对一般人就造成很大的这种扩大的问题啦。那有没有集团性长期性，又说证明嘛，那只是说在这个证明的程度是怎么样，大家都有共识，那所以我们把欧盟的这个写在第五点，欧盟的原来原文写在第五点了、啊。哦。市长，我刚刚的意见是说，依我的了解，我的意见，我的坚持是说，到哪个具体犯罪那个部分不用到确信，但是来自于某个违法的行为，不知道是哪个违法的行为的犯罪所得要有确信。那你们先，我们的文字上条文的文字上也是足以证明嘛？那你们第五点最末端说，其新证无需达到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证明程度，然后以降低扩大利得没收之证明，这句话就会显然就会跟我的想法或者我的意见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个意思说，因为那个不法利得本身是哪一个罪不知道，好，本身哪个罪不知道，所以他认定，如果是认定犯罪成立的话，那就是 A、B 罪去没收了嘛，啊，所以他这个说认定犯罪的成立与否的话，是说那个 B 罪隐藏性的不存在，不知道，所以才有这，应该欧盟的本来的本意是这样的 ，B 罪不得，因为我现在查 A 罪的洗钱嘛，那 B 罪那个呢是藏在哪里，找不到，是应该是欧盟指令本身它的原文指引看起来是这样的意思啦。哦、所以呢，在一个 B 罪的部分，我现在不能证明是抢来的，还是说赌博来的，还是这个贩毒来的嘛？所以这个针对的是 B 罪，不是嘛？哦，那所以 B 罪，但是呢，他真的有不法利得啊，我们认定他违法，但是是哪一个法的 B罪不知道，所以这个本意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哦随便拿看到钱就把它没收，不是这个意思的。我请问一下哈。我们手上这个欧盟指令的英文版跟德文版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欧盟的官网上面吗？那所以如果欧盟指令的英文版跟德文版如果是在欧盟的官网的话，如果他们中间的这个意思如果有出入的话，我想欧盟大概也不会容许他就这样，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自己去从英文翻成德文，或者德文翻成英文再翻成中文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们要引用欧盟指令的话，我们就把中英文跟德文版都放到说明栏里面，好、哦，那就是不用这个自己去做诠释嘛。无啦，印度接受啊啦，印度接受啊，哎呀，哎呀，啊大家。大家就不会有这么有这个疑虑嘛，对不对？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吧。那我们把英文、德文。
粽子也是中文写的，中文那纵横穿对。第五点嘛，第五点。司法院这边有写吗？没有没有，我只是补充一下。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英文啊，它是立法理由的第21，它不是欧盟指定的第五条，其实是它这个部分现在提出来是立法理由第21点，还另外有一个是欧盟的第五点，那个不一样，对，范围有一点不一样。如果要放，因为你们的那个第四点是写到欧盟的第五条嘛，哈，欧盟没收指令第五条，但是现在提供的是欧盟的立法理由第21点，哦，那是相关的，是相关的，但是跟讲这么多，一起要讲内容，不是欧盟的二十一点，没有第五条跟21条是相关的，可是现在你们就是提出来的，事实上没有，就是可能没有，并不是很符合啦，就是这一点。第五条的内容。它可能就是跟你们现在所提出来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五条的内容讲的是说，必须根据特定的事实跟证据，证明系争财产是源自于其他不法犯罪行为的所得。这大概是第五条大概的翻译。那我们现在，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立法理由第21点，它事实上是相关的，没有错，它是相关的。但是就是说，现在看起来的那个立法理由的第四点跟第五点哈，有一点点不太符合，那是不是把它？我讲结论是说，司法院对这个立法政策这个部分哈，事实上是尊重主政机关，尊重大院的职权。那如果说要问我们那个相关的那个，刚才大家提到那个 probability of balance 这个东西，那就对对对对对一样啊。那这个刑，它是这个。民事案件里面通常用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你在读英美契约法的英美侵权行为法里面的 torts， 他就会看到这个词那样子。那可是他到底是说新增度到几趴，或是我们一般怎么认定，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他比较是民事侵权行为法上面的举证责任的用语啦。那就是如果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刑法里面的证明度这个东西，我们希望它有一个稳定性，就是说基于法的安定性跟平等性，我们希望这个证明的新证是能够稳定一样的，有一般的标准。但是呢，我也必须说，就是因为现在的犯罪太阳很多，在特别的市政里面，可能基于不同的规范目的考量，就是某一些特殊的犯罪，它的新证程度可能是会调整的。那就是，但是要调整到什么程度？这个是立法政策，就是对，所以主政机关新政怎么在立法上调整？就是譬如说，他要不要调高一点，或是要调低一点？像我们那个公害纠纷里面的新政，可能法官会稍微降低一点，因为他很难举证等等的，所以某一些特殊的事件，他确实可能新政可以调整。那我们今天这个立法，这个洗钱防治的这个部分，新政是不是要调整？我们司法院基本上是尊重这个立法院的决定跟这个主政机关的政策决定了，那就是在说明的部分，如果说明清楚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意见，就是尊重，最后是会尊重大会的决定。对，像黄哲玉这块，对于他这个后面这个放的东西是哪一点不应该再放哪一点，还是放错点？没有没有，就是如果照他们立法理由四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本文第五条嘛，对不对哈？那就是那现在提出来的这个英文没收是立法理由第二十一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虽然是它是相关的，它是相关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有提出那个，如果本文克林肯，对对，因为它才是整套的东西。他那块，我们变成了，反正新政怎么调整，那文字这个是21点，那另外那个是第五点，再把它那个拿出来，第四条也把它放进去。那我就把第五条一起放吧。第四点把第五点跟二十一点的地方，我们一起放嘛，一起放，一起放啊。第五点里面一起放，把第五条二十一点跟第五条二十一点一起放。就是解决我了解解决二十一点，依法用你一件嘛哦，我们用你一件。我跟你，不好意思哈，我建议啦哈，第五条可不可以就都不要了啦？因为哈，这个就留给实务去操作。
我们第五条就不要放了，把它都拿掉。按第五点呐、啊，第五点哈，都拿掉，让实务上去操作。因为你现在留下这个第五点哈，它就是一个把整个新政的程度下降，所以你把整个新政的程度下降，是有可能未来在操作上，它只要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就把它全部扣押，然后去没收。好啊，所以我意思说，这个就让实务上。哦、自己去操作，我们第五点都把它拿掉，好不好？好。报告委员，然后报告司法院长官，我们是想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欧盟指令它约束的国家高达28国，28国里面现在有14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跟瑞典。这些国家在世界上也算是先进国家，他们在 FATF 里面占了将近半数。我们休息前防治整个方向是希望能够达到 FATF 的标准，台湾也希望争取加入 FATF， 所以我们今天在引一个扩大没收，我们在法条写了一个有事实足以证明，这在我们的法条文字里面其实是没有出现过，没有出现过，我们也希望跟国际接轨，我们把国际上面的立法说明放到我们引进这个新制度的立法说明，其实是忠实的反映了这个制度的缘起，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先进国家同步。如果当我们的国家要委诸实务发展，法官又有一个参考的依据。如果今天我们拿掉了这个说明，其实法官在个案适用上面，他跟国际是不是接轨，他要怎么样去参考这个制度的缘起，他没有一个依据。那其实今天的这个中文是完全忠实的反映了这个欧盟指令的内容。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讲28国里面有一半都是 FATF 的会员国， FATF 的这些会员国占了 FATF 全部会员的一半的国家，而这些会员他有权去决定 FATF 的事实相建议。所以台湾在引进这个新制度的时候，我们更认为我们要忠实反映，而且跟国际接轨，台湾也希望加入 FATF，这是我们法务部在推洗钱防治的一个宗旨。扩大没收跟 FATF 事实上这次的要求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是我们在处理 FATF 的时候，我们顺便引入扩大没收的一个制度，所以不要用 FATF 来硬要去压缩要通过这一条，好不好？报告委员， FATF 其实是低标，如果你们看到这14个国家，它也都是采 FATF 标准。那我们条文已经有这一条了，我们有定这一条，但是我们已经定了嘛。什么叫有事实足以证明？这在国内的法条上是不曾出现过的。国内的法条怎么会没有有事实足以证明？有事实足以证明，没有。国内法官新政就是3个，一个是确信，有事实足认跟有相当理由，它没有出现有事实足以证明。那我们是适当忠实，非常忠实的反映欧盟指令的内容，我们所引的也都是欧盟指令的原文。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整个立法政策的责任，对整个社会大众来讲，国家要引进这个扩大没收制度，我们就是忠实的呈现这28个国家，它不是说非先进国家，它全部都是先进国家。那我们希望就是最忠实的反映我们跟先进国家法治接轨，我们希望台湾也要加入 FATF。 当我们在主张我们要加入 FATF 的时候，我们跟他半数的会员国的法制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希望这一点再请委员能够多所考虑，因为今天不是说立场之争，而是说在接把这个制度引进国内的时候，你要不要反映人家这么多的国家他都受拘束。那如果委员在看我们今天的单章的第二页，德国最新的一次修法，他在修法理由里面他也讲，他之所以修法是因为欧盟指令的拘束，那所以他在新的修法里面，他其实把他的新制度要求全部都拿掉了。那我们希望说反映我们看到的德国的修法的修法的进展。那个第二页，你那个单章的第二页，我们这边没有，我都没有，都是只有一页的，就一页。第二页，
这个能不能再印一下？应该。因为这个哈，到底是新创的制度啦，新创的制度呢，大家都没有摸索，所以呢，我们才把欧盟指令写出来，大家哈在实务面再去做那个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在裁定的时候呢，可以作为参考嘛。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将来大家各行其事，反而不确定嘛。现在这里要先确定你们所谓的那个盖然性是比原来的所谓的足认，现在就足认跟足以证明哪一个的证明度比较高？其实这个盖然性并不是证据的，只是诊断的叙述而已啦。诊断叙述说给立法理由来那个诊断叙述说我们的证明程度要到什么，给法官将来裁定的时候做参考，并不是说一定要处于盖然而已啦。我这里也没有表示说要80%、90%，还是50%而已，只是说一那个欧盟它本身的这解释，诊断性的解释而已啦，哎。那我们就把第五条跟21点全部一起抄也没有关系啊，把它放在里面。这个最主要是将来呢，大家在适用这个法律这一条的时候呢，在心理上，在新政程度。将来法官的，这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拘束法官嘛，让法官可以就参考外国的立法例、外国的立法理由，哦，来做这个判断的参考嘛，哎。那个，在。第五条跟21点，那如果按那个说餐桌嘛，那我以干嘛讲后边再翻译的 man 啊？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进入 free tape， 然后跟世界接果，那我们就餐桌这两点嘛，然后去说餐桌这两点，然后剩下后边物件的都 man 啦。嗯。对啊，餐桌这样就好了啊。哎呀，啊就加对啊。啊，咱的目的就是买 free tape 嘛，啊，我的意思是讲，对，哎，安内就好啊，系啊，啊，内容就唔免啦嘛，内容就让实务未来我们去形成，我们在运作上去形成一套，吼，这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内容那我挂无咧看内容，看华文啦吼，内容是用的。会啦，诶，未来是一定会看的啦，一定会看的啦。这个哈，现在争点不多了，就欧盟指令第五条第21点都要放进去，啊，那现在那这个没有意见吧？啊，没有意见对吧？那放进去是照蔡宜讲的就写。哦，这说穿着，哦，他说六条第21点按得好，每个德文跟英文绕着跟来对安尼啦，安尼噻，六条是第五点，第五条是第五点，第五点是说明嘛。啊，但是我是讲这，哈，21点啊，这样安尼噻。我们第五点留着啊，第五点留着，第五条是第，不是，第五条跟第21点嘛，哈，餐桌啦，哈，啊，无就是哈，餐桌料也怕龙坑德文，啊，我们翻译，翻译的事情就，哦，因为我们没办法确保我们的翻译是完全忠实呈现的，因为我们不德文嘛，所以未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翻译有一个让大家都不懂德文的情况，我们把它硬翻成中文，那是德英文中德英并列，那就放德英就好了，中文就不用啊，中文就要，中文不用啊。做几下，翻译要放五卡丁，
这个啊，反正都无卡，阿无就拢卖啊，阿无就拢卖。中文啊，中文啊，下落去啦，中文嘿，中文下落去啦，啊，中英德拢下啊，无要紧啦，嘿吼。其实他刚刚讲的，你就直接写参酌欧盟哈啊什么哪几条，这样就好了。因为这吼，我当时要看，哎呀，不要写。不是，破一般来讲吼，要去查这个，各位查英文的时候，有咧较啰嗦啦。这查起来吼，大家做参考嘛嘿。无，不是，啊要看的时候，有当学者要看，还是讲学生要看，包括法官要看，干嘛要看？你这真啊有，随时会当查嘛。哦，啊，那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把那一段就是一概然性的权衡，然后那个英文跟德文都拿掉？就说，因为你既然是立法院在具体个案上综合检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判断，那系争财产实质上较可能源于其他非法行为。就说你前面那些有争议的英文、德文。还有中文都给拿掉嘛，就反正你就是让法官他自己去判断啊，那你已经下面例子都已经写在那里了嘛，就是英文跟德文他们的所两个翻译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因为各国对于他们的那个证据的那个举证的那个 不太一样嘛。但是现在就是你的中文的翻译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嘛，当然，一个方式是说，中文你就列中列英文德文，然后中文不列嘛？啊，你们又不可能啊，因为现在就是说那个英文跟德文的那个诠释，各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诠释啊。诠释是一种啊，翻译是信雅达啊。啊，翻译大家翻译都不讲啊。信最重要了哈。跟各委员报告，就我们的了解哈，欧盟指令本身它是一个 guideline， 就是它是一个地标，就是各国你要自行去决定内国法的时候，它的证明程度的一个地标，就是说你可能要超过它，不能低于它。这个大概是欧盟指令的一个 guideline 的意思。那就是那我们国家在决定我们的内国法的时候，到底要那个程度要到哪里，是我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就是是不是要依它的地标来决定，这个是立法政策要决定的问题。好，然后我只是再说明一下说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按照这个指令去决定内国法，那然后它是一个地标。想要两点跟各位委员报告。第一，我们的立法理由要不要写这个这一段的立法说明，在欧盟的官网全世界都看得到，欧盟从来没有避讳写。我们要引进这个制度，我们在官网上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国家有这样的政治决心，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要引进这样的制度，当然有说服的责任，这是立法者本来就应该要负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引进的时候其实把它写清楚，那如果对于翻译有问题，我们引英文德文忠实的来反映，忠实的来表现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制度的重视，忠实的反映这个制度的原旨。那第二点，欧盟指令跟 FATF 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但不是新制度的地标，它是制度的地标。所以这个欧盟它在扩大没收的这一点，它其实是要求各国要有这样扩大没收的制度，它有立法政策的形成空间。但如果你要加入这个群体，你当然要符合最低的限度，你要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它是制度的地标，不是新制度的地标。这跟 FATF的四十项建议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四十项建议没有要求强制要求各国要有扩大没收制度，但是他在第八项效能评鉴的直接成果，他要求各国应该要排除任何的困难，而且他在要求评鉴员在评鉴的时候，你也要检视各国的程序上有没有可能造成他没收的困难度。那今天如果我们国家要采取一个高标准，有没有什么立法力是采这样的高标准？那如果没有立法力可以采，欧盟约束了28国都是先进国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参照？那这就是我们在引进这个制度，要把它内国法完全在内国里面设置这个制度的时候要考量的问题。那以上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是中文有疑虑啊，对啊，我才跟你们说，
啊，你若讲讲，加几个英文，中英文的，加分率都加进来，这样就好了。对啊。那就整个就是都有参照。啊，中英的英文在都有拢有诶，阵咯，大家咱看嘛。啊，不管哪边，现在这样的，还是有法官，没错，诶，法官保留啊，这法官保留啊。对啊，应该是说法官在个案里面会权衡。对啊，所以讲中英德拢做迄个，不管哪边看的去看嘛，安尼是啊。真材料，安尼做做做迄个，不是以中文为主呢，中英德拢当叫。后面这一段好像是你们就这一个的一个解释。对啊，就是后面那一段是你们的解释。不是吧？新闻照赢了，新闻照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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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新闻这个中文你说要怎么翻？可能性的平衡，那我们翻概然性的这个权衡，所以对后面也是全文的照翻，所以我们说中文你要怎么翻？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balance of probability 翻成确信？这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国家的立法文件里面在翻译上出现这么样大的落差。这个如果以刚刚厅长的说法，他是在侵权行为的一个认定。嗯，这是行者，这是行事没收，但是我们对，可是我们长久以来，我们 balance of probability 是认定是侵权行为。如果是侵权行为的话，它就是优势证据，它并不是所谓刑法的一个确信证据。对，多一点点。立德的没收哈，本质上就不是刑，不是处罚嘛，它就是追索那个不法利益，等有点追偿性嘛。所以也有点带有民事的味道，就优势证据没有错啊，要优势证据啊，所以它是跨在没收怎么不会是处罚嘞？不是，我们现在新制的没收不是处罚的，不是刑的一种了、啊。新制的没收又不是刑了、啊，我们以前是从刑，没收是从刑嘛。现在七月一号又来没收不是从刑，哎是，所以优单独没收对啊，可是它还是处罚。不过他我们不能把它认定说它不是处罚，它是一个强制性的这个手段呐、啊，强制性的手段不是处罚吗？不是，不是从刑呐、啊，不是主刑从刑的从刑呐、啊，哎、啊、单独没收的话不是从刑，它是变主刑哎、欸，它是变主刑哎、欸。因为你可以针对单独没收，对，立法完毕，它变主刑。你可以针对单独没收，另外再上诉啊，它变成主刑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不是处罚。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变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哈，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洗钱防治法，所以针对这洗钱防治法这个主要的犯罪之外的这一部分，看起来连欧盟。这么注重人权的国家，他们都给予检察官或是法官这边哦更宽松的这个法条给他们去执行这个啊防堵这个这个洗钱相关的犯罪。我觉得这个是跟平常的这个刑法上面啊所给予的这个空间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争议是在这里了。如果在一般刑法，这样子显然给予检察官或是这个执法单位太宽松的认定，这个扩大没收，但是它是在只用在洗钱相关的，所以我觉得是把它并列，那符合欧盟他们的精神，那他们这些人权这个注重的国家也是用这样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台湾用这样的标准应该是 OK 的了。什么意思啊？我看中英德，中英德的艺术不讲啊。不啦，现在我想这里是我们政策的决定了哈，因为欧盟它只是要求说，你达到确信的不法，你一定要没收。好，那如果说你不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确信的这个，就是你也可以扩大没收，那你这个扩大没收，你的这个可以，就是说你也可以拉到那个地。你要看原文。就欧盟指令啊。这跟委员报告，其实刚刚蔡委员讲的没有错，这个
balance of probability 是确实它在英美法上是相当于 preponderance， 所以我们把它引进的时候，法务部本来认为新政有三种，一个是相当理由，一个是确信，中间在我国法律有的叫有事实足认，所以我们本来才会提出有事实足认的这个修正，就是说方向。那但是这个有事实足认到底是多少？所以法院有一些见解是认为80%，那有的法官他在新政上面他还是有调整。那所以我们引进的时候，你不可能才确信，不可能才相当理由。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扩大没收里面新创了一个词，叫有事实足以证明。那有事实足以证明，法务部的认为是说，既然不是在既有实务有的，我们希望委诸实务发展，但委诸实务发展它还要忠于制度的本质，所以我们才希望能够在立法理由，我们就是这跟这28个先进国家一样，我们就是在这立法理由上，我就把它反映出来。你法官在个案上你要怎么做权衡，都是做概然性的权衡，因为 balance of probability 就不可能翻译成确信嘛，它的英文不可能翻译成确信。对，28欧盟指令是拘束28个会员国，没有错。他的意思是说，它是制度的低标。对，是犯罪有无的证，而是对某一个事实，比如你有逃亡的可能性。不是啦，现在就是说，你所谓事实足以证明跟事实足认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高嘛？对不对？那证明的高你就把它写清楚啊，你现在这里面就是没有写清楚，然后看起来好像是比那个主任还低啊。这里所写的并不是说要你现在你的理由写出来的会看起来是你的事实足以证明比你的事实主任还的证明度还低，现在我们在争执的是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的翻译的结果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会的话，就把那个拿掉就好了嘛。再补充一下，好，就是他刚才讲到那个是，那你讲好了，显示出来是刚好相反，这就是我们在争执的东西嘛。看清楚啊！我想补充一下，只是次于确信的地位而已吧。所以你就把它明白讲说，我们所谓的事实足以证明，它的就是说它是介于确信跟这个事实足认中间的新政，这样就好了、啊。我们就不用去引了一大堆，然后你说你的解释，我说我的解释，然后你的解释是认为比较高，然后那个别人的解释又认为是比较低。那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吗？那个事实足认哈，我想再说明一下，就是事实足认在我们刑事诉讼法里面哈，我们用在譬如说羁押的时候，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余，所以它是用来它的证明度是证明某一个事实，那个逃亡的事实是不是存在，它不是用来证明这个人有没有罪，跟那个有没有罪的那个证明程度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基本上他要证明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这个80跟70或是50好像不能够直接拿来这样类比，不能说哦事实主任已经有80哈，他事实上他要证明的是某一个事实存在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子。那我只有这样补充，那刚刚那个委员的意见是可以参考。是啊，那我们现在也一样，我们现在就事实足以证明这个，我们也是在证明说他其他的这些财产是取自于其他违法的所得嘛，所以也不是在讲说他这个是证明犯罪，也不是啊，也是在证明说我今天看到其他的这些的财产，啊，这些财产的许公 A 可能是你其他的违法行为所得，所以我要一并没收嘛，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证明那个事实，而不是在证明说他这个就是那个犯罪嘛，应该是这样吧。其实不必写那个，你看这个第三行哈、哦，他就讲到说这个权衡的判断，系真财产实质上较可能援引其他犯罪行违法行为，法院在认定财产上啊、哦、援引其他不法不明的行为时来做没收嘛，并不是说啊、哦、针对在哪一个的这个证明的程度如何，他只是在叙述说这种的证明违法啊、哦、指的是判断财产实质上。不是针对犯罪不犯罪，是财产上实质严以不法行为违法行为嘛，哦，所以这种的理由他讲的是财产上了，哦，财产要把这个财产的不法利得拿掉嘛，
哦，所以基本上不涉及到个人的人身自由啊，他的犯罪本身已否嘛，啊，啊，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写出来？因为这个是新创的制度，在国内是新创的制度，怕大家呢各行其事，啊，会有造成困扰，所以我们把欧盟指令，既然是我们源自于欧盟那个这个的立法力，我们把欧盟指令写出来，大家做参考。同时，前端还有一个集团性、长期性。像德国，他最近修改法律还没有完成呢、啊，他把集团性、长期性都拿掉了，范围更广哦。哎，在德国现在范围更广，但所以刚刚依照次长所讲的，就是那一段，其实事实上是根本不必要的嘛，因为你已经。就是说那个地不是啦，没有啦，现在就是说大家在争执的就是第五点嘛，就是我们后来不是要讲做事实足以证明吗？那现在所谓的事实足以证明跟事实足认，我们不是讲说事实足以证明比事实足认更高一层嘛，对不对？对，那个是没有争议的嘛。那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没有争议的东西，在立法里有所呈现出来的是会变成事实足以证明，变成比事实足证，就是这个在所谓的这是 balance of 就概然性的这个部这小段这几句话。那我说这几句话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嘛。不是啊，欧盟没有去写那个东西。阿伯利亚对于这些概然性，那呢？就依个案权衡判断的，那就把英文写出来就好了，好不好？依个案这样的。反复在讲都是一样的话，我能不能请问一下，他这个中文的最后这个倒数就第二行，其新政无需达到认定犯罪成立与否之证明程度，这句话有没有问题？这句话没有。这个部分是针对接着前面第三行来的财产而来的财产的新政、啊、我知道嘛，所以他的重点如果就这个看，至少就我一个不是这个对法律比较外行来看，我觉得他好像整段最重要的这个是结论嘛，对不对？啊，如果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其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最后一句话最重要，犯罪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利得的立法目的嘛。是啊，那就这句话是最重要的。然后我的建议是这样啦，因为。刚小段讲的这一句话哈，他并没有在这个指令二十一点。那我一直认为基本上我们只要这个条文有扩大没收，未来就让法官他在实务上去操作，他认为应该扩大没收的时候，他就裁定扩大没收。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吵的这一个立法理由，如果说我们已经写了要参酌欧盟第五点跟这个欧盟指令第二十一点，如果这样已经可以达到非 TAP 要求了，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个其新政程度无法到达特定犯罪成立与否之证明程度？我们加这一句话最后的一个目的，只有在万一检察官查扣错误、法官没收错误的时候，他们的自我的一个开脱的理由呢？那我无法想象说我们加了这句话，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立法能不能？那能不能这样？就是说，第说明五啊，把倒数第二行的前面叫做“亦可作为源于其他违法行为之认定基础”句点，然后就结束，这样可以吗？好，OK。盖以后拿掉，好不好？你们当然就好了。啊，表弟们，这个。
浩哲先生说明，就在讲曹颂博哎，啊，这样子，这样好不好？啊，不要再讲是我说不好意思，咱在头前去看看是是安尼呢？印度集团应该长期性嘛，所以前提已经设限了嘛，前提的设限了啊，所以啊，那个把个想起落的时候，啊，变到都绑手绑脚，拢不得做，嘿，好不好？是一段时间的，咱个看卖嘛，嘿。嗯。对，没有错啊，嘿啊。啊，就最主要是以不法立德要能够追索啦。哦，嘛，易防犯罪呢？他已经，事实上，他可能是已经犯罪了。你有违法的可能性，违法性呐、啊，安尼阿伯你来拔掉嘞，好不好？嘿，好，等我加强宣传也是了，嘿，先到啊。OK， 好 ，OK， 好，好不好？哦。不见解，你个宪法法院阿个办的个一个下级都落等啊啦，哦啊你法官你要用的像用嘛嘿哈，不，没下，不，没那边下，啊那下黑的时候，我也告诫，那有些那边解释啊，他也认为说未必到，不必到确信的地步啊，哎呀、啊。啊、因为个案的审酌哈，来了，快快。
主席，我有一个程序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讨论了很多次很久了，那我知道大家各位也都协商了，甚至协商到晚上，那我们10:30有另外一个议程，如果可不可以定一个时间，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就表决好了，因为这个其实就总是要做个决定嘛，好不好？就其实你上面已经写着依欧盟指令第五条及立法理由，还有这个第21条指出，哦，法院在什么等等，那你这个是不是还需要把那个就依概然性的权衡判断这几个句话，这几句话就 这几句话拿掉，大家就没意见了嘛？就参出，反正你已经欧盟指令在那里，欧盟指令的第五条还有立法理由第21点，哦，那指出就法院在具体个案上综合判综合检察官所提出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或情况证据判断，然后细征财产事实上，因为你所列举的事实，我们都让你留着嘛。那只是你那一句话，就是说一概然性的权衡判断那几个字跟英文德文把它拿掉。都因为这英才能够显示出来的，哎，好，那不然你中文拿掉嘛，就是就依这样的，依个案性权衡判断啦，那英文德文照写啦，哦，我们把概然写成个案，如果大家有疑虑，概然的话，好，那就是依个案性权衡判断，但是 balance of probability 那个照写啦，好不好？好，还有一点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去引用全文的时候，引用德文附带德文的时候，我们怎么只有附立法理由的第21点，我们没有去附欧盟没收指令的第五条。两个都要放嘛？对啊，两个都要放，两个都放可以啊。对，两个都放嘛，哈。对，就既然要引用的话，可以的。好，第五条跟21点应该都要放，好不好？都照德文都要放进去，好，谢谢。那没有，好不好？啊，那个概然性该就个案性啦，依个案性权衡判断了，个案嘛，啊，不是个案嘛，个案，我那个案权衡判断了哈，依个案权衡判断，但是英文照写的哈。英文德文就照放了，可以啊，啊，第五条啊，第五条第一项照写，哎呀。哎呀，有那么多，第五条第一项啊，对吧？第五条第一项嘛，嘿 ，OK， 嘿，嘿，好 ，OK， 现在第五条第一项，嘿，啊，我那个第五条第一项嘛，照写嘛，嗯，照列嘛，啊，不，我不能写21点嘛，立法理由21点嘛，嗯，第五条第一项，嗯，上面就是指定，下面就是指定。中英德文都没列嘛，无要紧啊。哎呀，就无要紧啊，系啊，无要紧啊，无要紧啊。台语讲啊，台语讲啊久了，你。第五条，哎呀，因为你若讲针对翻译哈，你若针对翻译有疑虑，我们来讲中文就好嘛。啊，如果对这个翻译有疑虑，我就叫印德文。是啊，没错啊，是啊，是啊。你这是有加诠释。啊，没有，拿掉了，后面拿掉了。我们注意听点，等老哥来一摆。我们把德文放进去哈，全部放进去，非tape看的会更开心呐。哎，我跟你讲，哎，德文哦，有好几种版本，我跟你讲。好几种版本哦，没来一块，咱家工单今天有教音的。这个不是，那这个中英文跟德文不是他的翻译。给你看他的第五点跟第21条的英文跟德文是什么，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他的翻译，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啊，所以我说他只是在引述，不是他的翻译啊。是啊。好，刚就五条嘛。好的，要不要五条？这补充解释买了。好。啊，对。个案全额判断的个案，啊，英文要写。啊，不要英文德文照列。没有。好。安利赛。
这样当我们一件。一个案呐、啊，个案情很漫长，个案嘛，本来就个案嘛。那后面这个还要列？当然照列啊，你这个本来就英文在里面嘛。没有了。后面也是要列这个吗？就照列啊，照列啊，就照列、啊。英德文照列、啊。个案情。后面有练习，是啊，你中文哎、啊，不是你中文不写的话，你再看。哎、啊，要，那有就就用汉德文呐、啊，因为你没有同意翻译，翻译的那个嘛。那这个就是在讲这个的权衡这个方式，那是一个个案的权衡嘛。我啊，就无盖人，我盖人就无写啊。盖不写。我英文照写啊，英文照写，所以个案情人是情人，在什么程度？那你弄个中文生来啊，没有关系啊，我这么很懂嘛。我你好了，先决定啦。你用什么东西啊？好不？安尼来改改安尼。卖讲尊重无意见，拢专意见。我从无盖就是安尼。然后下面要。你变焦了。无意见就讲意见就好啊。个案，因为看人也讲，看唔敢讲，后面再讲。好，安尼啦，来，安尼，哎呦，个案，个案，请个判官，那后边还得给对焦，哎，中英文、英文、德文照并列啊。然后他要再把那个欧盟指令第五条放进去。第五条放进去，第二第五条，第五条加进去，哎，好，好不好？第五条，第五条，欧盟指令第五条了，哎，好，并列了，好，安尼在，好。然后那个今天的版本。画质。照例，照例了，照例，嘿，嘿。
十七条盗猎。这个赵云来，赵云教我。赵云教。十二条啊，十二条的编辑管制啊，赵燕版啊，给节目再结义，打个枪给。十七条的是我一头赵烈的。只有十七二二三，只有二三有修，十二十七二二都没有。我昨天有在跟两律师工会的那个林律师，他们都有在沟通过了，然后再算后来好像有个确定的版本。好像要全案一起提嘛，啊，他就我们因为今天没有交文，对啊，最后的，啊，因为理由会让我们再补一次，那因为昨天一直到确定已经七点多，实在是很抱歉，但是我们两边的共识就是修正理由都一样。那所以现在先处理条文跟附带，对，只先处理条文跟附带决议可以吗？那附带决议，所以抓获这个附带决议。就只有十二条附带决议吗？还有第五条。十七，哦，不，十七条立法理论。就是立法上不说之后，现在都停留。对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有公司，就是一模一样，我们也不会改。给林瑶看过。对，有都，他昨天他说他有帮我发一封信给委员，就是全部都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刚刚第十二，我们回到第十二条，保留了第十二条哈。那请，第十二条就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哎。跟郑英鹏委员有协调过，那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处理。那附带决议，因为我认为本来他们要提，今天带来，我们把稿再给委员来联署，好不好？一个用附带决议，移动用附带决议。好，那先好是法条全部法条全部处理完才处理附带决议吗？下面你讲。哥伦比亚的科技系的博士，对，他的名字很熟。上次在他们书店有在发表。OK， 对，没错。然后他就
好，那第十二条就是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法务部没有意见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各位委员对十二条依照法务部的版本通过有没有？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有没有意见？十二条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十二条就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然后有附带决议，等一下，等一下一起宣读附带决议。那现在再来第十七条，第十七条是依照行政。有修正动议吗？依照修正动议是。第十七条依照十一月三号所。依照十一月三号的修正动议二的第十七点，修正动议二，就是柯建铭委员的修正动议的第十七条的文字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就通过哈。十七条吗？不来决议。第十八条。那第十八条。十八条的条文，那个修正动议印好了吗？那我们先看，你先念，没关系，先保留，先暂时保留，我们先念，先看第二十二条。二十二条依照。二十二条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法务部有没有意见？二十二条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那二十三条。依照十一月十六号版本在哪里？这不就十一月三号吗？这个是十一月十六号，二十三条这个版本。依照十一月十六号。大家都有拿到今天的修正动议版本哈，就是第四七之九，四七之九页哈，就是柯建铭委员的在修正动议的第二十三条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法务部有没有意见？没有，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没有，我们就通过哈。好，那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第十八条，十八条那个修正动议印出来了吗？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可以先处理附带决议吗？附带决议都还没处理，现在可以处理吗？原则上是要条文处理完才处理附带决议。那先念吧。刚才说这个又来一张新的，这个是附带决议，这还没印。要先印这一张。好，有新的附带决议先印一下哈。那先念两个附带决议，可以他说要条文处理完。
好，那我们第十八条的修正动议是不是宣读一下？修正动议七，第十八条，犯第十四条之罪，其所移转、变更、掩饰、隐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没收之；犯第十五条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一同。以集团性或长期性方式犯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之罪，有事实足以证明行为人所得支配之前项规定以外之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系取自其他违法行为所得者，没收之。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二十一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执行扣押或没收之案件，如所涉之犯罪行为符合第三条所列之罪，不以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为限。宣读完毕。好，那第十八条的条文修正动议，大家有没有意见？各委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法务部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好，那我们第十八条就依照，应该是今天的修正，依照今天的修正动议七哈的条文通过。那现在宣读这个附带决议。等一下，好，等一下。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二，委员蒋万安等二十六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曾明宗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吕玉玲等二十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徐国勇等十九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八，亲民党党团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九，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委员江永昌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已处理完毕。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委员提出附带决议，所以我们现在附带决议请宣读。附带决议 A，洗钱防治法关于第五条修正之附带决议，有关本次修法草案第五条将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纳入洗钱防治规范，提升我国洗钱防治法治完备性，强化洗钱防治体制，并且回应国际潮流，为我国洗钱防治开创新局，为本次修法将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纳入洗钱防治规范为重大政策决定，是以本修正草案正式施行前，各业别之相关主管机关应充分与各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沟通，于订定客户审查交易记录保存及大额与可疑申报授权命令前，应循由各职业工会先自发性订定相关授权命令初稿之方式进行，另有关财阀部分于本法施行后一年为辅导期间，即以辅导为优先，辅导不成再科予罚还。对于非指定金融事业或人员支持本次政策重大决定所受影响，本院高度重视。法务部应于我国完成第三轮相互评鉴程序后，会同各相关主管机关与各工会就本法之施行进行利弊得失之全盘检视，包括参考国外立法例，基于职业自律于能力及条件许可时，由工会作为申报机关等，会整各工会提出修正建议后，法务部应提出修正草案回应。柯建明、周春米、尤美女。修正附带决议 B， 鉴于各国为了因应洗防任务及整合金融通报，加强反洗钱的能量，及因应各种洗防评鉴，组织上多设置专责之洗钱防治办公室。反观国内目前唯一的机构是设在调查局下的洗防处，不仅层级太低，且仅主要负责洗防资讯交换而已，恐无法应付2018年的评鉴需求，故建议行政院应尽速研拟在行政院下设洗钱防治办公室之可行性，以落实洗钱防治相关工作。提案人柯建明、周春米、尤美女。附带决议 C。有鉴于近来人肉运钞集团影响我国边境管制，造成我国遭国际洗钱集团利用，为彰显我国对于跨境现金
及有价证券及其他有利用为洗钱之余之物品在边境出入管制之重视，有利于争取我国在国际相关优良评鉴，但为避免民众出入关时对于无犯罪意图者在边境执法时无辜没入，近三年来我国边境没入案件竟无一案遭查有犯罪事证，可知亦有人权争议，原要求法务部、财政部、关务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内政部、警政署应于洗钱防治法通过施行后，也拟对出入境旅客更周全的申报通知及行政救济措施，加强进行边境管制之教育训练，包括国际交流及国内执法单位之教育训练。财政部关务署应加强边境执法，并于发现有犯罪嫌疑时进行告发函送，检察机关及司法警察机关应加强相关边境洗钱案件之查缉，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与财政部关务署并应定期提出相关执法数据及成果。周春米、张宏禄、段宜康、蔡宜瑜宣读完毕。好，大家对这个附带决议 A 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附带决议 B 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照案通过。附带决议 C 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哈。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好，那对于这个立法理由的部分，这边主席我写这边，那这边要宣告。好，那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请提请院会公决。那本案是否需要交由党团协商？需不需要？不需要哈。啊？不用。要不要？不用哈，好，那就不需要党团协商哈。那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美女说明。那针对审查会通过之条文，法务部应补充之修法理由，请会后尽速送交议事人员会诊。那附带决议。附带决议三项，那一并提报院会处理。好，那现在我们请法务部还有相关的各个单位，现在可以离席。我们这个会到此结束吗？没有，这场先我们不休息嘛，对不对？对，我们讨论的第一案呢就到此结束哈。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二，审查总统府单位预算。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首先，我们介绍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新。我们第一局局长吴美红女士，第二局局长陈锡坚先生，第三局局长李南阳先生，机要室许兆英主任，侍卫室警卫林国清主任，公共事务室张文南主任，人事处张秋元处长，主计处陈雪怀处长，政风处萧香宁处长，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淑珍郭主任委员，国家安全会议，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吴钊燮秘书长，陈俊麟副秘书长，秘书处牟崇德处长，秘书处第一组黄立慧组长，秘书处第二组薛昭组长，秘书处第三组何茂全组长，人事室戚卫民主任，主计室萧汉章主任，政风室周志信主任，国史馆吴密察馆长，何志林副馆长，卓秀琴主任秘书，修转处许瑞浩处长，编审处周晓文处长，采集处许秀荣处长，秘书处黄秀慧处长，人事室吴丽云主任，主计室叶仁昭主任，政风室曾国光主任，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张宏明馆长，刘泽敏副馆长，主任秘书王希志秘先生，编辑组黄宏森组长，整理组胡培颖组长，采集组简秀昭组长，秘书室专门委员林明洲林先生，主计室蔡佩端主任，人事室蔡佩秀主任，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明陈小姐。好，那现在我补充我们这个已经与会的委员，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柯建铭柯总召，段宜康委员，周春敏委员，张宏禄委员，郭正亮委员，陈雪生委员，许淑华，我们另外一位总召，另外一招委。好，那我们现在进行报告。我们首先请总统府刘代理秘书长报告106年度预算编列情形。那各位如果有提案要提出来，我们在十二点以前哈截止收案哈，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本人于105年5月20号奉派到总统府担任副秘书长，并且自10月20号起代理秘书长的职务。这段期间，承蒙各位委员先进的支持跟指教，仅借此机会表达感谢之意。今天贵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本府106年度预算，受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以下仅就本府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106年度工作重点跟预算编列的情形做简要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批评指教。总统府是总统依据宪法行使职权的幕僚机关，承命办理总统行使职权有关的事项。蔡总统在国庆谈话中曾经揭示他的施政理念，他说改变年轻人的处境就是要改变国家的处境，新政府的蓝图就是要让国家脱离原地踏步的状态，产业转型带领台湾经济发展，建立社会安全网确保国民安全，年金改革确保国家财政跟人民的退休生活，推动转型正义让民主重新出发。
同时，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进行。此外，政府秉持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原则，积极地走向世界，重新定位台湾在亚太地区的角色，推动新南向政策，透过广泛协商对话机制，建立合作共识，减少障碍。对于两岸关系，总统重申维持台湾民主跟台海的和平的现状是坚定不移的立场。改革没有捷径，为了让国家真正的脱胎换骨，新政府会一步一脚印，务实的前进，要让人民相信这个国家会因为改革而伟大。那总统府秉承了贯彻总统治国理念，提供国政规划咨询跟决策的建议，并且承命协调五院，增进朝野的互信，以凝聚社会共识，有效推动政务。以下报告105年度已经已过期间，也就是今年的1月到10月的预算执行情形。在税入的部分，预算分配累积数221万3000元，实收累计数200万7765元，占预算分配累计数的90.73%，已经依规定缴交国库。在税出的部分，预算分配累计数是9亿6719万1000元，支出累计数含预付款是8亿3060万5462元，占预算分配累计数的85.88%。那各项工作的计划都已经依照进度来办理。接下来我要向各位报告的是106年度预算工作的计划重点。本府承命协调处理国家政务及一般经常性的行政业务，工作计划重点是维护国家元首、副元首的警卫安全，国家重要庆典、节日、会议的场地布置以及外宾、贵宾的接待，研拟国家大政方针，加强国政规划的咨询，促进两岸关系跟区域发展，以及新闻发布和联系、人民陈情案件的处理，卸任总统及副总统的礼遇，还有政府法律命令的公布与发布，重要文武官员任免、公报编印跟印信勋章的铸造等等。那么依据总统府组织法的规定，本府设置了3局、3室、3处跟一会，法定编制人员职员是401人到469人。那105年度的职员跟约聘雇人员预算员额，经贵院审议通过的是413人，另外加计技工工友跟驾驶员额153人，合计566人。106年度预算员额556人，我们较上一个年度，也就是今年，减列了驾驶8人跟工友2人。那未来还将持续的做检讨。接下来向各位报告106年度主管，总统府主管及单位预算编列的情形。106年度主管的预算总计税入是1亿4205万2000元，税出是156亿3924万3000元。有关国家安全会议、国史馆跟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等机关的单位预算内容，由各机关首长分别的报告。中央研究院因为属于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那由该院另案向教育文化委员会来报告。总统府106年度单位预算的税入、税出编列的情形如下：在税入的部分，我们编列235万7000元，这个比105年度的预算数243万2000元减列了75000元。编列内容如下：第一是资料使用费，这是公报发行跟档案阅览抄录复制的收入，这是123000元。第二是权利金，这是纪念品中心权利金收入，一共是137万元。第三是租金的收入，这是交易厅餐厅跟场地租金等收入，编列468000元。第四是废旧物资的售价，这是出售报废办公设备的收入，一共9万元。第五是其他杂项收入，这个包括医务所收取医药品费用收入26万元，还有借用宿舍员工自薪资中扣回缴库的数量46000元，总共编列了306000元。接下来是税出的部分，106年度税出预算数编列9亿6763万4000元，比105年度的预算数11亿1483万9000元减少了1亿4720元，1亿4720万5000元，减列了13.2%。主要
是减列了拨补劳工退休准备金的专户差额，还有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就职活动跟办公区域寓所修缮跟设备采购费用的经费，并且就业务的增减酌予调整。以下就将各项工作计划预算编列情形分别说明如下。第一项是有关一般行政，这是一般经常性行政管理工作，警卫安全、资讯行政、办公事务设备采购，总计编列了8亿5181万9000元，这里面包含了人事费6亿3451万，业务费1亿9505万，设备跟投资1933万5000，奖补助费292万4000。这个相较于105年度的预算数9亿7609元，我们减少了1亿2427万1000元，主要就是减列了这个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的差额，还有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办公区域寓所的修缮，还有府内电子围篱跟风雷防闯警报器系统设备的经费。第二个部分是国务机要，这是总统在元首行使职权相关的必要费用，包含了国内外访视、犒赏、奖助、慰问、接待、赠礼跟其他相关的费用，总计编列了3000万元，跟105年度编列的预算数是相同的。第三是国家庆典，这个是国家重要庆典、节日、会议的场地布置跟接待的经费，总共编列了1707万5000元，相较于105年度的预算数5161万2000元，我们减列了3453万7000元，主要是针对了第十四任总统副总统就职活动的经费予以减列。第四项是国家发展研究和咨询，这是为了擘画国家大政方针，促进两岸关系跟区域发展，还有因应国际政经情势变动，适时针对重大政策议题办理咨询、专案会议或者是专题研究，以广征建言，汇集民意，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政策的决策参考。另外，为了有效运用民间人力的资源，我们积极也编列了民众澄清的业务来处理，所需的经费计编列1262万6000元，相较于105年度预算数856万9000元，增加了405万7000元。这个主要是增加了有关专案议题的会议幕僚作业的经费，还有出国考察跟参加研讨会的经费。第五项是新闻发布，为了处理总统、副总统及本府新闻协调联系发布事宜所需要的经费，一共编列了1136万6000元，相较于105年度预算数1141万7000元，减少了51000元，主要是减列了办理相关新闻活动的经费。第六项是卸任礼遇，卸任礼遇总统及副总统所需的经费，依照1999年9月1日公布修正后的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规定，编列2525万5000元，相较于105年度的预算数2732万1000元，减少了206万6000元，主要是依法减列了第十一任及第十二任卸任副总统的礼遇经费。第七项是公报编印跟印信勋章的铸造，这个是发行总统府公报、铸发各机关印信及制作勋章、敬老状等等的费用，总计编列了922万元，相较于105年度预算数775万7000元，增加了146万3000元，主要是增加了各机关印信制换发的经费。第八项是交通运输设备，这是预计淘汰副理车2辆，因为这2辆车呢车龄超过17年，车辆老旧、性能老化，所以为了提高机动效率、维护安全，我们在送来立法院的预算书里面编列了820万的采购经费。第九项是第一预备金，我们编列了207万3000元，跟105年度的预算数是相同的。以上就是我们针对106年度单位预算编列情形的相关说明，而在这边请容我再用一点点时间来做两项补充的说明。本府的预算书在送到立法院来之后呢，那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也针对了本府的预算评估提出了评估报告，那总统府也立即针对这个报告的相关的内容跟建议呢，重新检视了我们所编列的预算。那在经过了仔细的研讨之后呢，我们体认到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也
遵循总统指示的一个遵节的原则，我们在这边要主动提出两笔预算的调整。第一，就是刚刚所报告的交通跟运输设备费编列的820万元，这是淘汰两辆副理车的采购经费。那我们在经过检讨之后认为，这两辆副理车基于这个使用效率的考量，我们决定明年度不采购这两辆新的副理车，新的副理车。那原来编列的这个820万元，建议国会全数删除。那未来如果有相关的需要，我们会以车辆调度的方式跟租任的方式来办理。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三节慰问金发放的部分。那么在我们当初送来的预算的时候，我们是依照原来行政院三节慰问金，就是退休人员照顾事项相关的这个三节慰问金的一个规定来办理，来编列这个预算。那么在之后呢，行政院已经修订了退休人员照顾事项这个有关发放对象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本府的岁出计划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奖补助费用，这原来编列的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依照行政院所发布的新的标准，现在所编列的287万4千元将可以减列185万4千元。本府深切体认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为了促进资源的有效运用，经过审慎评估各项计划，我们都依照施政的优先顺序，本着遵节的原则来编列106年度的预算，那并且也依照贵院的建议做了相关应的调整。那我们的预算都尽量在我们既有的预算的额度之内呢，容纳新的业务，好维持施政的基本需求，以缓济急。以上的报告就敬请各位委员支持跟指教，谢谢。好，那下一位我们请国家安全秘书国家安全会议吴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仁，大家好。国家安全会议105年各项工作，在各位委员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均能够如期如职的完成。在此要特别先向各位委员先进表达谢意。本会议一贯依组织法所赋予之法定职掌，拟定各项工作计划，并据以编列预算。以下仅就本年会议，本会议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106年度预算编列概况以及工作重点提出报告。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一、税入，预算核定28000元，截至11月底，实际收入税入165000元，均已依规定缴库。税出，预算核定2亿77万5千元，截至11月底，累计分配1亿8204万7千元，累计支出1亿5480万7千元，执行率85.04%。各项工作均符合计划进度和预定的目标。三、106年度预算单位编列的状况：一、税入，编列变卖报废财产等收入78000元；二、税出，编列2亿77万5千元，和上年度相同，概况如下：一般行政，包括人事费和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两项。其中人事费1亿5003万2千元，占年度预算74.73%；行政工作维持费2784万元，合计1亿7787万2千元，较上年度预算1亿7832万元酌减44万8千元，实际上是配合需要工作的减列。那第二是咨询研究业务。主要执行国防、外交、两岸及国家重大变故等相关议题研究和咨询的经费，即编列2148万3千元，较上年度2195万5千元，减列47万2千元，是依实际运作所需检讨减列。三、交通及运输设备，编列92万元，系新增汰换首长专用座车一辆之费用。第四、第一预备金。编列50万元，与上年度相同。四、106年度工作重点，
本会议依组织法为总统决定国防、外交、两岸关系及国家重大变故等有关大政方针的咨询机关，针对当前国际和我国的安全环境，并前瞻未来可能发展的变迁，本会议年度除经常及固定工作之外，将重点置于如下：一、落实国防自主政策，建构可制战力，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的权益。我国国安战略必须调和与美日陆之关系，并以区域稳定以及国土防卫为战略目标，维持区域和平均衡、互利及共荣，以争取最大国家利益。为了达成三开目标，我国防应持续加强可视战力，并提升军备自主机制，以提升国防产业能量，落实国防自主政策。为确保国家安全，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本会议明年度仍将持续提升政府国家安全的应变能力，除了与行政机关相关的单位建立常态紧密的沟通机制，并掌握情资以防止误判，有效解决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之外，并且参与国际军事交流，协助我国国防产业取得技术转移，完成军备自主机制，凝聚全民防卫能力，展现全体军民捍卫国家安全之坚定信念。二、争取国际参与，拓展国际空间，提升国际形象，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争取国际参与，并且在全球性议题做出具体贡献，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本会议持续关注世界情势，研商因应策略，以协助巩固邦交，拓展与友好民主国家之实质的互动。本会议将持续与涉外部门研商，协助我国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谈判，并且协助推动新南向政策，透过和亚洲乃至于亚太区域的国家的合作，建立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意识，提升我国总体竞争力，并共同促进区域繁荣和发展。本会议亦将持续协助相关部会推动多边国际参与，包含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以有效拓展我国的国际空间。本会议将持续和各相关的部会沟通协调，鼓励我国积极投入全球性新兴议题的国际合作，包括人道救援、医疗协助、疾病防治和研究、反恐合作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等等，强化我国在全球事务上的贡献。三、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建立一致性、可预测性、可持续性的两岸关系。新政府上任以来，秉持总统520就职演说，对于两岸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努力维持现有机制，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并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以其建立一致性、可预测性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本会议依权责协助推动两岸政策，谨慎处理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并持续掌握国际及两岸的情势变化，在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之下，采取适切的因应对策，坚定维护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四、提升行政国安双轨应变机制与防灾、反恐以及防疫期间的整体效能，必因应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依行政院国土安全应变机制行动纲要所律定的行政国安双轨应变机制，国安体系于变动时，系负责情报整合和情势的研判，并协助行政体系应变准备，进而强化国土安全和国家安全，保障重要设施设备和资产，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与福祉。为提升应变机制的整体效能，本会议明年仍将持续完善与行政体系之间的通报机制，并针对如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政府部门反恐演练以及传染病防疫机制等政府既有的应变准备进行检讨。鉴于未来复合式灾害、恐怖攻击形态多元化，以及国际间传染疫病发生仍然非常频仍，本会议将依国安体系所掌握的情资，
主动研判事件对国家整体安全的影响程度以及急迫性，并且来研判结果，依研判的这个结果邀集行政部门进行跨部会协商，并研拟后续的处置方式，以确保国家整体的安全。第五，策定国安级的治安、国家级的治安战略，保护数位国土安全。鉴于美欧国家都已经建立国家级的网络安全机制，本会议积极协调行政院资通安全汇报，共同拟定治安及国安的发展策略，规划国家资通安全机制，勾勒治安政策、技术、产业研发、国际合作、人才培育等发展蓝图，未来将持续提升府院治安的防护强度，适时呈报治安预警情资及事件，强化行动装置的管理，完备治安管理的指引，建构国家级的治安机制，包括健全治安法规，建立国家层级的治安防护团队，以及加速治安与国防科技产业的发展，以保护我国的数位国土安全，支撑数位经济的发展。结语：国家安全是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深受全民关注和重视。本会议秉于责任重大，将恪遵宪法体制以及组织执掌，努力不懈，精益求精，并且在贵院监督和支持之下，发挥计划效能，达成106年度计划的目标，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全民的福祉。以上报告，谢谢大家。下一位，我们请国事馆吕馆长报告。吴馆长，不是吕馆。主席，各位委员，早安。以下仅就国史馆106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案进行口头报告，敬请指教。本馆隶属总统府，下设台湾文献馆，为历史档案史料及藏机关，主要业务内容为历史资料档案及总统、副总统文物的典藏管理及应用。106年度工作计划，除了一般行政外，主要分为史料采集与典藏、国史编撰两大部分。在史料的采集与典藏方面，持续办理档案史料与总统、副总统文物的整理典藏、展览及开放应用。国史编撰方面，主要的工作计划为办理总统、副总统档案目录之编撰，以及228事件档案汇编。此外，本馆馆舍为市定古迹，106年度将进行古迹修复之先期规划设计工作，并后续进行整修工程，以维护公共安全及保存古迹。至将本馆105年度截至10月底的预算执行情形及106年度工作计划与预算编列重点，分别择要报告。二，105年度至105年1月至10月的预算执行情形。第一，税入部分，预算分配累计数为308万9000元，累计实收数计有440万3000元，占预算分配累计数142.56%，已如期如数缴交国库，其中包括赔偿收入51000元，收入规费收入295000元，财产孳息收入89万元，就废旧物资售价104000元及杂项收入306万3000元等。二，税出部分，105年度法定预算数为2亿875万3000元，截至105年10月底为止，累计分配数为1亿8208万3000元，累计执行数为1亿6352万7000元，累计占累计分配数的89.81%。本馆105年度的各项计划大致均能按照预定进度切实执行。三，106年度工作计划重点：一、编撰国史馆现藏总统、副总统档案目录，以228事件档案汇编。
国史馆典藏之大溪档案及十首资料室档案为本馆重要档案史料，以往虽已初步建立目录，但内容仍急需完善化，以利各界应用。因此，本年度开启编纂国史馆现藏总统、副总统档案目录之计划，议定完成蒋中正总统、陈诚副总统、严家淦总统之档案史料目录。另本馆以往已出版18册“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本年度持续整理编纂尚未收录的“二二八事件”相关档案，预定出版6册。二，以公开政府为目标，持续主动公开史料档案与总统、副总统文物，优化各项应用服务，持续办理总统、副总统文物与国史史料档案之征集典藏管理与推广应用。在典藏档案史料的应用上，以公开政府为目标，清查已数位化档案史料，完成清查后，将法令或合约未限制公开之数位档案陆续主动公开上网。清查后，对于仍类属机密文书之档案，则定期送请原核定机关评估，进行解密程序。三，办理古迹馆舍外墙整修工程之先期规划与设计。本馆的台北办公室建筑物为市定古迹，台湾总督府交通局地信部建造于西元1925年，因建筑年代久远，部分外墙贴砖墙面剥落，立面泥塑及屋檐水泥老化，造成公共安全疑虑。本年度将先进行整修工程之先期规划设计，拟定工程修复原则、估算经费等工作，并后续发包施作整修工程，善尽保存古迹及维护公共安全之责任。四，106年度单位预算税入税出编列情形。一、税入部分，本馆106年度税入预算计编列376万8000元，较上年度法定预算数3371万6000元增加52000元。主要项目包括：一、资料使用费，影印翻拍费及图档资料使用费等收入编列26万元；二、权利金，出版史籍之权利金收入编列12万9000元；三、资金收入，邮局及礼品贩售场地等之租金收入编列70万9000元；四、废旧物资售价，出售废旧冷气机、电脑、铁柜、桌椅及事务机器等收入编列7万元；五、其他杂项收入，史籍、书刊贩售等收入编列260万元。二、税出部分，本馆106年度税出单位预算计编列2亿332万8000元，较上年度法定预算数2亿870万3000元减少542万5000元。之将各项计划经费编列概况简要报告如后。一、行政一般行政，本计划系经常性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共同性经费，计编列1亿7840万9000元，以上年度法定预算数相较，只要减列拨补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差额经费等，计534万元。二、史料采集与典藏，本计划包括办理总统、副总统文物展览、推广教育工作及总统、副总统文物、国家重要档案史料及图书文献之采集、整编与典藏等所需费用，共计编列1600万9000元。以上年度法定预算数相较，只要简略史料数位化等经费157万7000元。三、国史编撰，本计划系从事国史相关史料专题研究、史籍编纂、
总统、副总统史料及人物传记之编撰、出版等工作，计编列857万元。与上年度法定预算数相较，只要增列办理总统、副总统档案目录等出版所需经费149万2千元，是第一预备金。本项目经费与上年度法定预算数相同，即编列34万元。结议：本馆体认政府财政艰难，各项年度计划均经审慎评估，依施政优先顺序，本经持遵节原则编列，并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以公开政府为目标，持续进行馆藏档案史料文物的整理，并优化各项应用服务内容，以发挥预算最大效能，达成施政目标。敬请各位委员先进给予指教与支持，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张馆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向各位委员报告106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案进行口头报告。第一个部分，本馆整理台湾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典藏、数位化、研究、出版跟台湾史事的研究、志书的修转跟行政业务的规划与执行，那由分由三个组采集、整理、编辑三个组跟秘书、人事、主计三个室，分别来负责相关业务的推动与执行。本馆依据法定的执掌，配合年度工作计划，接本遵节开支的原则，核实编列。二，105年度已过期间，从1月到10月的预算执行情形，跟各位委员做一个报告。一，在税入部分，预算分配数为103万8千元，累计实收数有139万9千元。占预算分配数累计数的134.78%，都已经缴交国库。二，在税出部分，105年度的法定预算数是9581万2千元，累计分配数是8319万1千元，累计实付数是7691万5千元，占预算累计分配数的92.46%。那本馆的各项计划，大部分都能够依照预定的进度来确实执行。三，有关于106年度的工作计划一个重点，第一个部分在一般行政的计划部分，大概包含资讯安全、文书档案的管理、财产物品保管出纳、园区跟园区管设跟机电设施的安全维护，还有相关的人事管理等业务。第二个部分在文献业务的部分，包含台湾全志、原住民史、客家族群史、台湾重要家族史、地名辞书的修转出版、台湾文献季刊、馆藏档案目录的编辑出版、加强文献史料整理编目、表备修护、典藏管理、数位化跟开放运用，并且办理台湾史研习营、原住民的专题演讲跟台湾文献讲座，希望透过展示与出版，推广行销台湾的历史文化。第四个部分，106年度的单位预算的税入跟税出的编列情形。第一个部分，在税入的部分，106年度税入预算计编列147万6千元，包含资料使用费26万1千元，服务费19万元，租金收入9万1千元，废弃物资的售价5万元，跟其他杂项收入88万4千元。在税出的部分，106年度的税出单位预算编列了9607万元，较上年度的法定预算9581万2千元增加258000元。那各项计划的经费编列概况简要报告如后：第一，在一般行政的部分编列了7909万9千元，占税出总额的82.33%，与上年度的预算数相较，增列了文物大楼屋顶防水隔热改善工程的经费，共计149万8千元。那文献第二个部分是文献业务，这个文献业务编列了1697万1千元，
占税出总额的17.67%，以上年度法定预算相较，减列了委办费、购置数位典藏资料库的伺服器的主机经费是234万元，增列了馆藏档案目录的编辑出版经费110万元，总计减列124万元。第五是结语，以上是本馆106年度工作计划与预算编制情形的简要报告。所需的经费是经过审慎的一个评估，本遵节经时原则来编列，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与支持，谢谢。好，现在各机关首长都已经报告完毕，那我们现在进行询答。那每位委员发言时间每位委员时间发言时间6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那上午12点截止发言登记。那有鉴于中午呢，另有有鉴于呢，中午另有那个促进转型促转条例的这个党团协商的会议要进行，所以审查会委员呢有任何删减预算案决议或是附带决议呢，请于上午12点以前以书面列明项目及数额提交主席台受理，以便议事人员预先会诊作为协商处理的依据。那于是不予受理。那现在我们就请这个登记发言的第一位张宏禄委员发言。主席，不好意思，我们请那个刘秘书长。刘代理秘书长，请。张委员好。秘书长，我想先请问一下哈，106年度的预算，那时候是您就任之后才编的，还是之前就编好了？您说是我就任担任代理秘书长的职务之前。520之后就才编的，还是之前编的？106年度像是520之后才编，之后才编的了哈。那我刚刚有听到您说了哈，你们愿意主动啊哈，是那个2辆的礼车的汰换了哈，是我觉得非常好了，因为其实如果你们这样照您这样来说的话，你这个礼车有我手头上的资料了，其实你如果扣除了总统跟副总统首长专用车之外，整个总统府可以集中调派的公务车辆还有37辆之多啦。其实我认为那应该是足够了啦，好，所以你们刚这样讲的话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好啦，这样子身为总统府就是让各级机关的表率啦，我觉得非常好。另外我想请问您总统府下面所辖的有除了我们刚刚的报告的国史馆中研院等等之外，还有什么单位也是隶属于总统府的？根据我们的组织法，还有一个不曾设立的国父陵寝管理委员会。好，那您好，依中央法标准法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1条规定法规如果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废止之。第一个就是机关裁并，有关法规无保留之必要者。第二个，法规规定之事项已执行完毕，或因情势变迁无继续施行之必要者，好，这个写得很清楚。那您觉得这个单位这个还有继续保留的存在的价值吗？还是我们要做检讨修正？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有关于这个机关的在组织法里面的定位呢，我们也了解有非常多人有这样像委员一样的想法跟意见。那实务上呢，因为现在并没有一个管理的标的物的存在，所以这个法律也是很久，大概民国30几年所制定的。那情势变迁到现在，它因为没有设置的必要，所以也从来没有设置，没有人员，没有编列任何预算。那它就是存在在组织法里面。那委员的意见，我也觉得非常有参考的价值。那我们也愿意在这边表达，我们回来检讨。因为这个它的跟时事的变迁这个真的是差距太大了啦是。而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他这个他里面的哈，他的组织法里面哈，他其实啊哈，他第一个哦，他就写哦第一条哦，国富林园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他第一条写的是，国富林园管理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是隶属于国民政府。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到底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那这个是已经是历史上一个阶段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因为这个法律是非常非常久以前在国民政府时代所制定的，所以这的确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它跟现在的政治局势跟政府的体制已经产生很大的落差。不，我当然知道那是以前了哈，那我们已经到了现在了哈，那我是一直觉得啦，你看他连他的组织条例都定成这样子，而且哦，他的组织条例里面呢、啊，他的第九条啊，第九条，他还有拱卫大队、护卫大队，等于是另外有可以一个像我们以前看啊康熙、雍正的那种陵寝的，还有一个护卫军呢、啊。我是觉得这个哈、哦、真的是有点唐突了啦，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检讨一下哈、哦？可以来那个。那另外哈、哦，也刚好您跟那个我们的啊国安会秘书长哦吴钊燮秘书长都在这边，您认为啊哈、哦、我们的国安局的预算啊，到底是适合编列在总统府下呢，还是国防部？国安局的预算哈，还是这个要麻烦我那个吴秘书长。吴秘书长，请。张委员好，嘿，那个我请教一下啦哈，就我刚刚所说的啦，国安会的预算，你认为是编列在国防部？依目前的这样子比较合宜呢，还是把它编列在啊总统府这边？我们当然都知道它有它的机密，好、哦、有那什么，那我觉得还是一样可以编列机密啊，好、哦、机密预算啊。我只想就这一点请教一下秘书长。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哈、哦。那我们目前是编列在国防部之下，那我们也检讨过，认为说这个是非常恰当的一个编列的方式了哈、哦。我们为了使情报工作的实质内容不致曝光。那所以世界上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等的哈，多数都是隐记在各部会之下。那像美国的情报预算和他的那个国会情报委员会之间的这个秘密审查之后，那就记编在联邦政府之下，不会单独显示。所以我们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比照其他先进国家的这个做法。那我想我这边有四个主要的原则哈，也向委员来报告。第一个就是情报工作。是有隐匿的这个实际的需要。那第二个就是这样子编列方式是符合先进国家的做法。那第三个是透过立法的程序来完成法源的依据。那第四是行政监督主管机关是有核备来实施。也因此我们认为说国安局的预算应该维持目前编列的方式。好，谢谢。谢谢委员。好，那我们下一位请段宜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总统府刘副秘书长。刘副秘书长，请。国安会陈副秘书长。陈副秘书长。这个两位副秘书长，我常常想要一起质询两位啊。那么今天可以跟看到在这个立法院委员会看到两位一起啊，其实很高兴啊，因为我有几句话想要说啊。那么你们不一定要回答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两位，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两位都曾经担任过研考会的副主委。两位分别在什么时间担任研考会副主委？我是2004年到2008年，任期四年。
我在2006年到2007年大概待了一年多。所以两位大概在10年以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担任政务官。那么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当然历练都更成熟了。但是我觉得，以两位的资历跟年纪啊，两位都比我年轻了。陈俊霖是陈副秘书长是，1965年，今年51岁了。那么刘副秘书长是1968年，今年48岁啊。当然比较这个好几位部长来说，当然都还很年轻。不过我们看一看啊，我们在座的这个国安会吴秘书长，您不用起来了哈。吴秘书长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啊，2004年那个时候您还不满50岁，对不对？那年刚好50了，但是还不满，比现在的陈俊霖还要年轻。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保训会的主委李义阳，他在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是现在陈俊霖的年龄，51岁。我们现在立法院在我们楼下开会的陈其迈委员，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时候，他还未满40岁。我们现在在我们隔壁开会的刘世芳委员，他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比两位都要年轻，43岁。我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两位已经年纪大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的用人其实过度的保守。我并不是说吴秘书长年纪大不恰当，他也很年轻啊。可是问题是，吴秘书长他当过部长，他现在当了国安会的秘书长。那两位都是我们总统信任的幕僚，重要的左右手。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栽培人才上面，我们的步调慢了。我们的步调慢了。如果回到十几年前，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优秀的，到现在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干部，在那个时候，比两位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担任了更能够独当一面的职务。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两位回去大概也不会跟总统报告说你看今天段宜康在立法院质询说我们两个年纪已经太大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不只是总统，而是我们这整个的政府的价值跟我们用人的逻辑，我想所有的全国的这个文武百官，包括地方的公务员的人事的这个命令，都是从总统府发出。政务官也是到中央政府的政务官、行政部门、行政院跟的这个系统，跟总统府的政务官的宣誓，也都是在总统府。那这就是我们用人的逻辑。我们的用人如果过于保守，如果不够大胆，如果不能够用力的去培植，其实在十几年前都已经得到完整的训练，现在又是总统信任的这个幕僚，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比较会担心的是我们执政这几年，我们在栽培人才上面如果太保守，如果思考，如果那个出发点是稳定或者安全，那就会发现一种状况，就回到了，我可以跟各位，如果各位去分析哦，每一任最近的这几任的这个民选总统，到了任期的比较后面了，状况比较没有那么锐气十足的时候，他们采取的用人的策略就是安全。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应该要锐意新格，应该要往前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安全考为至上，我们就开始考虑稳定，我觉得会不单是让外界失望，也会让我们应该要
猛力推动改革的，在这个时候发动机会不够力，然后我们应该要利用这个时候好好的铺陈安排未来人才的培植，然后增加应该要被培植应该要独当一面的人的经验跟训练。所以简单的讲，我的结论是这样，我希望总统在未来指的不是两年后三年后，是最近的未来，如果内阁改组或者即便是现在总统府的秘书长现在出缺，那为什么经过完整训练的刘建新不能先代理看看，如果代理的没有问题就直接征除呢？有什么不好？如果说总统府的秘书长就是代表总统，那刘建新难道跟总统的默契不够，或者不被总统信任吗？我觉得不是。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资历不够，或者不够稳重，或者威望不足，我觉得这都不是理由。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在用人上面让外界觉得有创意的，或者可以得到好评的，就是现在政务委员唐凤。其他的人不是不好，但是大家觉得说那就是这样嘛，那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光是没有什么特别，让大家比较起来，还让大家觉得更为保守，跟不够有魄力，跟不够愿意拔擢年轻人。所以在这边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跟两位勉励之外，我也希望两位能够主动去争取独当一面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看到总统信任的人才在这个国家的在这个政府里面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能够自己做决定，能够独当一面，帮忙我们这个政府的政绩能够打下好的这个基础，能够有好的成绩，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勉励。你们回去会不会讲？你们会不会去争取？我想总统看新闻一定都看得到。好，谢谢。好，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主席啊，与会各列席的官员，是不是请那个刘副秘书长哦，还有那个刘代理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哦，还有那个国安会的吴秘书长，吴秘书长，请。来，刘副秘书长，我请教你哈、哦，这个我想你是代理啦。这段时间其实总统府哈、哦，这个也没有秘书长哦。那其实你也代理一段时间哦。五二零到现在，其实先前的秘书长啊、在他任内里面也没有做出啊、任何的一些啊、就是啊、好像秘书长相关的这些工作。那其实外界也看了不傻傻哦，因为几乎都是蔡英文总统一把抓哦。那媒体报道说，总统府固定每周一啊下午5点召开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啊，并由总统蔡英文亲自来主持。那请问这个会议是不是固定的会议？首先回答林委员，过去林前秘书长在任的时候啊，我想他也负担了非常多的工作，那并不是没有发挥功能。那我是说，这个会议是不是固定的会议？这个会议，原则上是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会召开，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都召开嘛，哦，对不对？或者那是双方总统府是什么方式来发这个召开这个开会通知？就是由幕僚去个别通知与个别通知，就是用口头通知、电话通知，是不是？是简讯通知。简讯通知，那参加会议的成员是由来谁来决定？
这个是由总统决定。总统来决定。那你认为，决策会议，它的效果是不是比行政院会议上好？这两个会议没有相互取代的功能。那行政院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法定的功能跟它的必要性，所以也无从比较起。那我请教哈，性质的会议，那个刘代理秘书长，他决策会议里面到底你说总统是每个礼拜固定哪些人？有固定的那些人，还是都有不特定的人来参加？有固定的成员，那也有一些是市议题的邀请，那还有一些是幕僚人员。哦，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有一些是固定，那固定都哪些人？固定的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正副院长，正副院长都有参加嘛？哈，是。好，还有高雄市陈市长，陈市长，民进党立院党团的总召跟干事长。哦，这些还有谁？第一届智库的邱秘书，邱执行长，哦，以及党部的洪秘书长，这些都是固定的。是，然后就不特定议题再邀请其他相关部会的。那差不多都一次都几个人，十几个人。如果再加上例如我本人或者是发言人担任幕僚的工作的话，大概十多位。十多位，秘书长，你认为这个执政决策会议协调会是不是执行宪法上赋予总统？这个职务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必须要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在宪法上并没有定位，那没有定位，最主要是总统基于整个执政团队的领导，他必须做一些协调整合。那所以他就召集这个执政团队里面重要的成员啊，定期的来商讨一些重要的议题。刘代理秘书长，我想哈，因为在宪法第四章总统的条文中看起来，好像只有在第44条权限争议处理权是比较像透过会议来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利。那请问你认为对不对啊？对不起，我没有很了解委员的。就是说在宪法第四章的条文中，哦，看起来好像只有第44条权限争议处理，哦，处理权啊，哦，比较像透过会议来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利。那请问你认为这样是对不对？因为很多过去其实是院跟院之间有争议的时候，应该才是总统出来开这个这样的会嘛，对不对？总统另外也会有在相关的议题上会召集五院院长或者是几位院长来协商。好，那这个是履行宪法的这个相关的赋予他的职权。那委员关心的这个礼拜一的决策协调会议呢，它的性质比较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总统是民选的国家领袖，那他必须要负担这个重大国政方针的决策，那为了帮助他做决策，也为了让他能够有效的去整合我们执政团队不同部门之间的意见，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设计。那他的目的是为了协助总统做最好的政治判断。其实哈，那个刘秘书长、刘代理秘书长，因为哈，我的看法，当然，这个跟宪法之间呐，确实是有一些抵触，哦，那这个可以说于法无据啊。那我认为说，你到底是要定位总统制或者内阁制，哦，因为以现在总统这样的操作方式，几乎就是，这由他来整个下达命令，哦。那其实你说行政院院长、副院长都来参加，那等于是讲实在话，因为这个等于是行政院院长他等于变成这个总统府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执行长哦，在执行他下达的决策。那这个其实一个总统变成有权无责哦，那权责不相符。那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定位到底我们是要总统制或者是内阁制，你要是总统制的话，那就修宪嘛，对不对？把它符合权责相符，对不对？你不要只有做半套哦。那结果他下达命令以后哦，啊，这个府院党哦，就是一定要去做，要去执行。啊，执行做不来的话，变成院长要去负责任哦，行政院院长要负责任。啊，其实好的变成都是这个总统的哦。那不好的都变成行政院院长，这个是权责不相符，哦，我认为说现在
既然是执政党在立法院占多数，其实可以透过修宪，来做处理，是这样是最妥当的。你认为呢？公文报告，总统有权，一定也有责。好，他的责任就是向全民负责，因为他是向全民负责。问题是，那因为事实上很多施政，我想总统也应该，他也必须背负全民的期待，跟大家赋予他的责任。好，这个他也逃不掉。那他跟院长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团队，所以院长承受的，总统也必然要会承受到。我认为哈，权责要相符啦。既然这个在过去绝对没有这样做法啦。你说不管怎么样，只有院际之间院跟院之间有任何的纠结，都有相关的，对不对？有任何纠纷的时候，才是由总统出来。那我再请教那个国安会吴秘书长。因为透过执政协调会议或许可以贯彻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力那十月份也透过民调强化民众对总统开会正面的一个期待，但是宪法体制上总统这个实际的权力是不是有干预到这个行政权，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那国安会秘书长吴秘书长，你到现在为止到底国安会有没有开过一些跟国防跟外交相关的这些会议？跟委员报告就是依照我们的宪法和宪法的征修条文和国安会的组织法，国家安全会议是处理有关于两岸外交、国防以及国家重大变故的这个项目，也因此我们国安会就是处理对啊，有没有开过嘛？项目，我要问你有没有开过？开过国家安全会议？对，有。那你跟哪个单位开？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国家安全会议下面有不同层次的这个会议。我知道啊。那有开过高层会议，那这个是由总统亲自主持的，那也有开过首长会议等等的。到现在为止，我相信我们很清楚，我们跟对岸因为一个总统的执掌就是国安外交两岸事务嘛，对不对？是。那国安外交两岸事务，那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几乎我们跟对岸是断裂啦，没有中断。完全没有交集，不管是国安会，不管是这个陆委会跟这个大陆的国台办、海基海协都断裂，甚至于我们现在你看这几天我们所看到的马来西亚，对不对？我们很多这些在马来西亚诈骗中国的那些人也都直接到中国去，我们现在政府也没有什么发声，也没有什么出声，那过去啊。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现在怎么都晋升，大家都不讲话了，我也觉得很奇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委员的这个说明哈，我想我们都尊重了哈。不过有关于国家安全会议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这个频率，在这边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国安高层会议，这是由总统亲自主持的开过一次。那国安首长会议。我们开过31次，那幕僚工作会议我们也开过74次，那这个针对不同的这个议题，我们都有进行，包括最近对岸那个军机这是全台湾周边绕过一圈，那你站在国安会的立场，你有没有提出来做一些表达一些看法？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国安会议里面有做深入的这个讨论。刚刚委员所说的这些题目，我们都有做过深入的讨论。那国家安全会议基于那个机密的这个需要，我了解。我们这边没有对外做，没有错多的这个。那问题是因为这段时间，我看我们跟对岸越来越紧张啊，你不觉得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即使在过去8年之间。我们大家觉得说好像是那个两岸关系比较好，可是我们的国际参与或者是说中国对我们的军事威胁从来没有一刻松懈过。但是问题是，所以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我们对于我们在国际参与方面或者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方面，我们都没有放松过。我相信过去也没有放松过，因为我们现在所有国际的会议几乎都断了嘛，断裂几乎都断裂啊。跟委员报告刚回来，我知道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就是 ICAO。那 ICAO 是每3年一次，那也因此我们现在要求那个外交部门要做一个3年的这个规划。那其他的 UNFCCC 我们才回来的，而且成果非常的丰硕。Interpol 是我们从民国84年之后，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也因此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国际参与我们仍然是非常的努力来让它的国际贡献
能够非常的丰富。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走出去，是，但是就是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哈，他负责的就是国防外交两岸事务啊，但是这段时间来我相信全民都很担忧啊，因为我们走不出去，要走南下，南下也没有路，那你说要 TPP 也没有，川普不做，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空传内耗，这是让全民非常担忧啊。我们都有在努力。这个以后再请教，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周承秀下委员。主席、各位同仁、与会官员，大家好。主席，先请刘代理秘书长。刘代理秘书长，请。周正委员好。刘代秘书长好。秘书长，我有一个疑问哈，刚刚我们段委员也有稍微提过了，就是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衔接已经一个多月了哈，你也代理一个多月了。那这么重要的职务，为什么这么久都还没有人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哦。是，跟委员报告，因为林前秘书长的离职不在总统原来的设想之内，所以当然他有他的个人的一些想法跟理由，那总统予以尊重，但是因为不在原来的规划之内，所以一时之间并没有新的人选。那我相信总统都也有在积极的思考。能够做在适当时间做一个最好的安排。如果短时间选不出来，你也很优秀啊！哦，谢谢委员。我想我的角色就是代理这个职务，如果是做好选不出来，那就由你争取嘛。又不由你争取，那是觉得你能力还是不够吗？是这样吗？我希望赶快派人。总统有他的一个，总统很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怎么样的布局。好，我们希望赶快，不要耽误到我们的政务了。是，我想我总统也知道我的能耐到底到哪里。那蔡总统执政到现在半年哈，对于两岸的政策，他自认为是最有自信的哦，也最有把握、最擅长的，但是现在却从这个绿灯很快的已经变成红灯了哈。这个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有接近五成是不满意的，那满意度的也滑落到剩下四成哈、哦。为什么会这么快啊？你知道吗？我想这些民意的反应，可能是对现在两岸关系的现状好、感到有做出了这一些回应。但是我想就蔡总统本身而言，他的两岸关系的两岸的政策呢？在就职演说跟国庆演说当中，其实做了非常清楚的诠释。那特别他在接受外媒的访问的时候，他也有谈到这个四不的原则。好，我们善意不变，我们的承诺不变，我们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之下做屈服。那两岸关系很大一个部分，并非完全操之在我。我想就政府的部分，就是持续释出善意。而且对于整体的国际环境因应，做出最好的研判和因应。他竞选的时候所提出的，跟他就职演说所提出的哈，其实都非常的好了哈。他这个像食安五环政策，还有成立化学局整合食安管理，感觉起来非常窝心，感觉他是对食安问题是非常关心的哈。但是现在又要开放这个日本的核食来进口哈。安尼听起来哦，讲的甲做的拢无同款呢，差很多哎，背道而驰哎，怎么一回事？是，报委员不会是这样。那个，我想政府对于这个日本食品的进口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策，那目前还会再召开公听会。但是未来不管事实上不管日本或其他国家食品的进口开放，一定会秉持着一个食品安全的最高原则，然后基于国际的标准，还有这个科学的证据来做判断。我想如果有害国人健康的，政府都会把关。现在已经有将近八成的这个民众对于政府要开放核食进口的问题是非常强烈的反对哈。即使是在政府四原则严格审查之下非常强烈反对的还是超过
一半呐，哈，相信这个你也知道哈。那还有67%的民众哦，对政府处理食安的问题是不信任的，你知道吗？我不了解委员说的民调，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民众对于食安议题非常的重视，这也是为什么总统在他对我们政府维护食安这个方面是没有信心的哎。是，我想行政部门在这个部分一定会持续的努力。现在这个反对的民意是一面倒的哦，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哦。但是总统还是执意要开放啊，所以这个民调会这样雪崩式的下滑，就是这个原因嘛。如果真的是受污染的产品，我想政府一定会把关。还有我们总统选前也强调支持这个同性婚姻平权嘛，哈，那到现在为止，目前总统也都没有表态。哦，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已经造成我们台湾民众撕裂非常严重哦，这个你身为核心幕僚哦，我想，请问你知道蔡总统支持同性婚姻平权，是支持民法的修改，还是支持这个订专法？是跟我们报告，蔡总统很清楚的说他支持婚姻平权，他认为同志也有结婚的权利。那至于说要如何来修法？我想他也尊重国会跟社会的讨论。那你个人的意见呢？我个人的意见，对，你是支持修改民法还是支持订专法？我对这个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想如果能够达到让同志也有结婚权利的目标，那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我觉得达到目标的话，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可以被讨论的，也不需要太多针锋相对。因为我们过去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国家有的是用伴侣法再走到婚姻，有的是用专法，有的是用判决，有的直接去修改这个婚姻的定义，就像现在我们这边的民法的修改，各种路径都有，但是它都是一个整个社会进步的过程。那我想就跟刚刚委员说的一样，这个问题在社会上的确会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那甚至有一些针锋相对。那现在对于这个修法的赞成的跟反对哦，大概是5-5啦哈，但是强烈反对的比赞同的还要多了8%，还要多了8%哦。这个可以显示说我们社会上对立跟冲突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啦哈。所以我想总统一定要折冲，不能放任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冲突继续下去，要不然的话我们国家真的会动荡不安。那还有一例一休的争议的问题，根据伊甸市的调查，有53% 的这个民众是不满意的，那满意的只有31%，那 TVBS 也是有53%是不满意的，那 TVBS 的不满意的这个满意的只有22%，还有劳团哦，劳团也是指控我们蔡总统跟民进党背叛了劳工的承诺，政策法夹弯，只是为了和财团挂钩，还送了诈骗集团的匾额去吧哈、哦，所以执政才半年呢、啊、哈、哦，发生这么多问题，到底是错在哪里呀、啊？选前错了还是现在错了？我想蔡总统的当选背负了非常高的社会的期待，那在过去选举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人把这个未来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新的政府的身上，那当然改革的步调所有的议题的先后顺序可能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那但是蔡总统也没有违反他选前的承诺，他希望能够落实周休二日、蔡总统也希望能够落实周休二日，一例一休的这个方案也是落实周休二日的一种方法。那蔡总统在选前的时候也他的承诺也包含了全国国定假日的一致，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在立法院已经进入了协商的阶段，我相信行政部门跟各位委员一定会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尽快让这个事尘埃落定。我想尘埃落定之后，我想民众就会对这个问题不会感到这么焦虑，因为上台已经半年了，现在也完全执政了，站在多数民意的对立面哦，屡屡出现这个重大的危机哦，身为幕僚长的你也是有责任的哦，所以希望总统府你们也要好好加油哦。
以后开支票，以后开支票要较细腻嘞，哦，我袂开后摆负足大的责任，哈、哦，好，谢谢，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周春明委员。那我们今天早上就质询到郑天才委员哈。主席，那还是有请那个代理秘书长刘秘书。刘代理秘书长，请。周委员好。好，那个。我想大家谈到司法改革都不会忘记哈，就是总统在520就职典礼的时候提到全民对司法的一个不信任，还有司法改革是总统就职之后列为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的方向哈。那在520就职典礼那个掌声响起啊，其实当然是回应了全民的一个意见，那对司法来讲，其实被改革的对象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哈。但是我们也很新建，就是说在上个礼拜已经就这个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召开了第一次的国事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嘛哈。那我想请教这个代理秘书长，就是我们现在是依据这个设置要点规定了筹备委员会的设置目的跟它的组成，但是并没有去这个设置要点并没有去规定说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如何进行，还有多久进行一次，还有这些筹备委员的分工，他们所负责的任务，这边是不是请那个代理秘书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好，谢谢周委员。这个会议在这个设置要点里面大概已经做了原则的规范哈。那刚刚委员讲的这些细节，在我们上个礼拜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那原则上接下来到12月底这段时间呢，是我们意见征集的阶段。那意见征集的阶段有几个管道，一个部分是我们有设一个专属的网站，那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到这个网站上。那第二个，总统府也原来的这个总统信箱等所有的这个民意反映的管道，也都可以透过这个管道来提供我们相关的意见。那第三个部分是，因为有鉴于有很多可能年长或者是上网不方便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透过网络来做这个他的意见反映，他希望用陈述的面对面的来陈述的表达意见的方式。那我们有委托这个法服基金会，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办的这个场所，能够接受民众对于司法改革面对面的来提供意见。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向全民广纳意见，对，就是广纳全民的意见。那大概筹备这个委员的会议大概是多久开一次？原则上大概没有固定的时间，不过原则上也许一个月左右。就是还没有确定。最主要也不是在只有委员们的会议，那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呢，对不起，我们有两位副召集人，一位是法律人，就是司法院的许宗立许院长，另外一位是曲海元曲教授，他是非法律人的这个代表。那两位副召集人接下来都会跟我们的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好，展开一些这个小组的会议，开始进行一些议题的擘画。好，那我再做一个确认，就是说目前的筹备委员不一定将来就是这些司法国事会议的委员，是不是？司法国事会我们接下来再会分几个阶段，在意见征集完之后呢，会进入一个分组议题的阶段。那我们的委员会参与到可能5个或6个的分组，那在这每一个分组里，我们会把很多关心司法改革意见的各领域的专家再纳进这个分组里面来讨论。也就是说第一阶段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委员会很有些人有希望参与，但是没有机会，所以不是这些筹备委员，不是以他们15个、17个人为主、唯一的参与者。好，那秘书长代理秘书长，那再跟你了解了哈，就是说昨天我们也看到法官协会代表全体的法官，至少就是一个法官的团体，他们有一些声音嘛哈，对于总统在上个礼拜的这个筹备委员会里面，他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好像台湾的社会对司法还是认为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这样的一个比较传统或者是最早的一个印象。那他们比较遗憾的是说，当然
司法官他们不讳言，他们要对司法改革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模糊刻板的，因为你要讲有钱判生没钱判死，你要有实力嘛，要有具体的案子嘛。那目前就他们自己这个法官的群体，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责任很重大，但他们在他们的群体他们的接触，他们认为事实上并没有说广泛的这样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这个可能还是停留在20年前台湾的比较威权的时候的体制。那以像这样的一个印象来讲，现在的这些法官，尤其他们将来要承担这个司法改革，或者是说为解决社会纷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后维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现在秘书长要不要今天借这个机会来澄清一下，因为毕竟他们是担任着司法让人民可以信赖的一个最基层我们要去委以重任的一个工作群体嘛。请说。谢谢周委员给我们这个机会。那周委员刚刚在的开场的时候有讲到一个词叫做被改革的对象，对他们来讲是很沉重的。我想总统没有把司法官所有的司法人员当作被改革的对象，我想大家都是一起在推动改革的伙伴，好，这是作为一个基本的立场。那有关委员刚刚垂询的，就是有这个总统在司改国事筹备会议的发言，好，这个致辞的部分，那事实上总统当时的陈述他是说人民是希望司法能够更公正，不要有恐龙法官，不要有钱判生没钱判死，那人民也期待司法更有效率，不要让冗长的程序来影响了正常的生活。那这个部分它大概是这个文字呢主要是描述一个人民对司法改革的期待。那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哦，这个部分的解释其实它也在现在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说，因为有钱人有些人这个当然有一些个案会让人家这样子的判断，有一些个案出来我们并不是在讲说法官的操守等等的问题啦，应该是说有很多当事人因为他拥有比较多社会资源，他可以请非常好的律师，但是对于很多深斗小民，他可能没有得到他对司法的了解，对法律权益的保障的知识，或者是他可能没有钱请很好的律师，那他得到的司法资源很少，那就会在法庭上处于比较不利的状况，这是有一些我相信很多社会弱势的一些心声。那不一定说这些感受就是真实的状况，好，也绝对不能以偏概全去描述所有的法官。不过我讲总统的用词，他描述了一个社会大众不期待发生的状况。那同时他在下一段的文字，他也讲说他知道第一线的司法人员非常的努力，他也绝对没有要抹煞大家对司法正义的贡献和付出。不过呢，为什么会谈到社会对司法的期待，就是因为要提醒大家，人民对司法改革的期待是越来越高，不会停止。那总统跟大家一起来扛起改革的责任。虽然是说，大家在谈司改嘛，每个人都有对司改的一个想法、看法或者是要求。那现在对法官来讲，或者是说将来要担任这个司法的一个重责的这些法官、检察官们，他们会期许说，因为总统的讲话或总统的认知是会影响到很大的一个局面，他们会期待总统有一个更深刻或者更广泛的一个认知，这样子来才能够就这个司法改革这样子一个很复杂的工程能够达到它的效果，不要大家花了这么多精神心血还有资源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一个信任，我想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是，谢谢委员的意见。 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麻烦主席有请刘秘书长。刘代理秘书长请。许委员好。秘书长，刚刚很多的同事针对你要不要争取，其实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跟看法了。那当然是因为秘书长这个职务相当的重要，他除了帮助总统在协调很多的工作之外呢，他也担负了一个监督的一个责任。那当然您代理应该是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哈。那我们很担心就是蔡总统最近的民调，包括各方面的处理的态度，以及他没有对很多事情做出明确的表态，所以让我们也开始担心，就是如果这个秘书长一直都是代理的状况，你也没有争取的情形之下，会不会对于他未来
在很多的协调工作上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哈。我想在这里呢，我也祝福你啦哈，希望你未来有这个机会真的能够协助总统办理更多的事情。尤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秘书长哈，过去在陈水扁的时代，我们称为有行政院长先修班啊，不管是这个张俊雄啊、尤锡坤也好、苏贞昌都曾经历任过秘书长哈，后来都当了这个行政院长。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职务上它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蔡总统真的能够重视哈。未来不管是您啊继续的争取啊，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人选，我们都希望把这个工作确实是可以落定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少了一个左右手，这个对他在现在他一个人在做很多的决策，就会造成现在很多的不安的情形会出现哈。那我先请教您，就是有关于总统府资政的问题哈。资政跟国策顾问本来就是提供给总统一个咨询的一个对象，但是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哈，不管是中研院的李远哲院长，他面对媒体的时候，他回复说，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包括彭明敏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婉拒的哈。那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还有一位是高俊明牧师，他可能也对于这个蔡总统在推动两性平权，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个忧心了哈。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不管蔡总统他有他这个聘请任何人来当资政或者是国策顾问，这是总统的一个权限跟职他的权力，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就像那个李远哲院长他提到说，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到底我们在传达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没有事先告诉这个我们要聘请的人员吗？又或者是他们为什么知道了会对媒体会传出这样的讯息？这个中间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错误，让总统府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是，谢谢委员的指教。请容我先补充一句，其实我比任何人都希望总统府下一任秘书长赶快出现，而且我相信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那有关委员的问题，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李远哲，还有彭明敏教授，还有高俊明牧师，没关系，我就请你简单回答，我们到底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聘请他嘛？那为什么他会对外说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我们聘请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告诉当事人吗？那为什么当事人事后会对媒体说这些话？这个对总统府，总统府也好，对于总统来讲，他个人是大伤。那总统府为什么这些幕僚的工作，我们事前都没有做好？是，刚刚您讲这三位各有不同的状况，那我很简单的描述李院长的部分，其实这三位我们都有事先的联络。李院长的部分是因为他不知道总统府当天公布了名单，所以他第一时间听到媒体的询问，所以他就他不知道他可不可以证实。那就是你们事前没有，那就是你们确实是事前没有咨询，没有事先告诉他我们今天会公布的。所以这个就是幕僚上作业上产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失误嘛，你才会让这个他当事人被咨询了，他不晓得，不管他最后接不接受，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幕僚单位，我们竟然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去重视。好，那我现在要再请教你哈，就是有关于任务编组的事情哈。行政院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这个任务编组叫做资安办公室哈，后来呢，我们在今年的7月30号把这个资安办公室改制为资通安全处。那我们总统府啊、国安会啊，我们也有资安办公室，这其实。这个我们需要请您要上来补充吗？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任务编组哈？国安会的部分就请吴秘书长、好，谢谢。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国安会里面有一个资通安全指导小组。那目前是由李德才咨询委员来负责。那这个指导小组是依据蔡总统治安及国安的这个政策的指导，在今年8月召开治安及国安的这个策略会议哈。好，秘书长，谢谢。确保国家的那个数位。好，谢谢。我现在要问的是说哈，现在啊，到底我们跟行政院跟总统府，我们都有这样的任务编组。那当我们前一阵子像产生了一引到领的事件哈，那所以我们的治安到底现在我们两个不同的任务编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分工的？又或者是行政院它必须要听命于总统府的任务编组？这个是互相协调的。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能不能请我们的副秘书长来跟委员做说明？不用针对内容哈，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到底我们未来是怎么样运作，就是
我现在就是我要请问啊，这个对不起啊，我还是先请这个刘秘书长哈、啊。总统府现在我们有多少的任务编组？总府的任务编组就委员会的部分有人权，对，有司法改革筹国事会议的筹备会，那还有年轻改革、原住民改革正义，还有新南向啊、国家安全会议资通指导小组，这是属于国安会、哦。好，那现在这六个任务编组里面哈。到底我们的这些的任务编组的人员到底有多少人？那经费还有他的单位是哪些？就是经费是从哪里来支应呢？是总统府还是来自于其他的各个单位嘛？哈，都有。好，那我请教一下，他的人员其实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用现有的人员在支应，或者行部会支援幕僚工作。好，那我请教一下，我们这些担任的这个任务编组的主管哈，他也是从各个单位，我们就是请他共同来支援嘛，可以这样讲嘛哈。如果是委员会议，他没有主管；那如果是新南向办公室，他就有一位主管。好，那主管有没有主管加级？是这样子。现在新南向办公室的主任是黄志芳先生，那他担任是总统府的兼任秘书，他是占这样的一个职缺。嗯，那这个他应该是用非主管加级。好，那这样好了，我请你提供一份资料，就是目前我们任务编组的种类、人数，还有出席费、幕僚机关它的经费的来源。那到底这些任务编组的主管是由哪些来担任的，占了多少钱、我提醒一下，就是任务编组的主管机关其实它是不可以支领主管职务的加级的哈。那这个我要请你来做一下提供哈。好，那我要最后做一个建议，时间上有限，就是我们总统府的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幕僚机关哈，它应该是我们的总统府跟行政院的改革办公室，好，以及行政院的相关的部会。那总统府的国家年金改革会议呢，已经是一个任务编组了。行政院又有一个年金改革办公室，它也是一个任务编组，它也是一个幕僚的一个机关。我现在不断提醒各位的，就是说，国家的任务编组不断的一直在扩编，那这个任务编组呢，又提供给另外一个任务编组来做一个幕僚单位，到底这个体制到底是怎么搞的？就说这些的状况哈，就是临时的任务编组，我们的成立哦，扩编了很多的人员来，其实还是从原本的国家的体系的人员当中调用的嘛，有一些现在也扩编成为从外面寻找人士进来，但是一个任务编组已经变成常态型了，常态性的一个编组了。那我们这个任务编组呢，又提供给另外一个任务编组来做他的幕僚单位，到底我们国家怎么我们的体制会变成这样呢？那我最后对不起啊，我最后再告诉你们，就是说现在我们总统府的任务编组，我刚刚提到，我觉得非常的多，那而且呢，又跟行政院有很多是雷同之处。现在有很多民众一直在讲，说为什么会一直不断的会叠床架屋，那很多的功能也都是雷同的。我请你一并检讨。第一个，比方说行政院有国家资通安全汇报，跟总统府的国家安全会议、国家资通安全指导小组其实就是雷同的。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呢，跟这个行政院的、跟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也是雷同的。行政院的原住民基本推动委员这个推动会，又跟总统府的转型正义这个委员会、民族就是原住民的这个转型委员会，其实又是相同的。我要请各位刚刚提供一份就是我刚刚讲的任务编组的资料，然后也一并把这个现在呢跟行政院、总统府跟行政院有叠床架屋这样的架构呢，提出一个检讨报告，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下。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人力上的整合，包括资源的精简，这个都是每一笔都是我们国家的钱，我们更需要、更应该好好的来看管。那我们也避免哈，就是说，我们都赞同总统府也能够看到各种的面向，希望让国家更朝更稳定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如果不断的叠床架屋，增加更多的开销，可是事实上对决策来讲没有一定的帮助。我觉得这确实是有要好好来做一次检讨，好吗？是，跟委员报告，我们人力方面都是用既有的人力来处理。我想我会后来提供详细资料跟委员说明。是啊，但是你不断的就是会增加很多的费用啊。问题是你从这边征用来的人员，你不断的叠床架屋，可是你对于现在很多的决策又帮助不了嘛？你刚刚讲了总统府下面六个委员会，到底目前为止我们的进度是什么？具体的成效我们到目前一个都没有看到嘛？我才请你要提出报告嘛？好，我们会后来说明。好，谢谢主席，谢谢。好，下一位，请这个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刘秘书长。刘代理秘书长，请。
秘书长好。回去请你转达哈，因为我是原住民族的立委，转达给蔡总统啊。蔡总统在今年的8月1日向原住民族道歉，本席是表示肯定啊。蔡总统愿意成立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来倾听原住民族的意见，基本上是要感谢，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质疑哈。我们看这个转型正义，大小眼吗？大小眼的话是正义吗？我们看这个设置要点啊，设置要点啊，没有立法，它是只不过是咨询的啊，任务编组嘛，如何达成这个设置的目的哈？那我们看这个设置要点的第二条，他说要这个历史真相，如果没有法律的授权。没有调查前，如何查明这个历史的真相？这个历史正义跟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啊，应该要制定专法，而且你现在是用行政规则了，一个要点，没有专法，然后它也不是独立的机关，它是一个任务编组，它更没有所谓的调查前，所以光土地的部分呢？就很难达成这个整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一个目的啊，毫无调查前的一个啊，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跟历史正义委员会啊，这个我们总统府设置的原转会啊，这个刚也提过了，它只能规划，然后呢建议到哪里呢？按照你们的那个规定的流程呢、还要送到。行政院院长主持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委员会，所以这个部分只能说请听了，总统愿意请听，我们可以表示感谢了，但是如何达成这个目的是更重要哈。我们看这个，现在在立法院很快的可能就要通过的，等一下中午就要协商的，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促转条例。他有强制的调查权，有超公权力的行使职权。为什么超公权力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就可以知道了，超强啊，超公权力的哈。那原住民的这个原转会啊，在总统府啊，当然只能咨询了。转型正义啊，刚提过了大小眼哈。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法律，一个是专法，一个是要点啊。那转型正义同样是叫转型正义，为什么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这个是原住民族一直以来的质疑了，恐怕总统召集的时候，最近要召开嘛，也会受到这个质疑，所以你回去一定要先行转达啊，为何不立专法？为何以你要点来设置？为何没有调查的权限？为何仅以任务编组来办理？所以这个部分，这个请的副秘书长哈，可以回去转达哈。秘书长，你说。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他是任务编组，所以他当然是用设置要点来处理。那如果用立法的话，委员的意思应该是希望能够设立一个机关，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尊重委员的意见，不过当然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是说很多行政调查或者是这个施政的执行事项，它的权责都在行政院，好，所以总统府这边做一个咨询的角色，那执行的部分当然由行政院来推动。那事实上原住民委员会的设置，原住民族委员会的设置呢，在行政院是一个专责的机关，那它本身就可以负担非常多的工作。我觉得整个原住民的工作除了这个很多照顾协助的业务之外，非常多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一个转型正义的内容。秘书长，你回答得非常好了，一般是这样了。但是如果要去对照促转条例，或者是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就不是这样了。本来也有法务部啊，也有别的相关的部会在处理。过去的8年前第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也处理了党产嘛，对不对？也透过一般的部会嘛。那现在为什么要成立要制定促转条例？
为什么要另外成立一个处转的独立机关？处转跟党产、因为原来行政部门的各部会其实并没有真的有这么一个专责的单位。对对对，你说出了。但是原住民的部分是有一个专责的机关在处理相关的事务。但是原民会一样没有调查权了、没有调查权，所以他还是受到各部会的很大的牵制。我现在给你看这个条文，原住民族土地，我们就以原住民族土地来看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的第二项规定的很清楚，政府为办理原住民族土地之调查及处理，应设置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其组织及相关事务另以法律定制。就是要设一个机关呢、甚至可以也可以设置一个独立的机关，是有别于原民会哦，有别于原民会。所以你看看，这是目前没有成立啊。那我们看蔡总统道歉文了、蔡总统说，我们有相当进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不过这部法律并没有获得政府机关的普遍重视，我们这都做得不够快，不过前面不够完善，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这个是今年8月1日蔡总统的向原住民族的道歉的文章，他亲自道歉，召开了非常隆重而且非常这个具有宣示性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在总统府的一个场合，我们是很肯定。但是政府机关现在开始到底有没有落实？从目前来看哦，从目前来看，到目前为止来看，啊，从8月1日到现在，是还看不出有落实的方向在走啊。光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对不对？20条再过明确，再过明确了吧？哦，原住民族土地的调查跟处理要成立这个机关，要以法律定之。蔡总统也说，政府不重视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以要道歉。因为已经11年多了嘛，这个法已经11年多了，所以回去啊，要请这个秘书长要跟蔡总统报告，因为行政院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要依原基法20条成立这个土地调查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连想法都没有啊。所以你回去啊跟蔡总统报告可以吗？是，没有问题，一定会转达委员的关系。那我也顺便补充说明，我了解行政院由院长所领导有一个推落实原基法的一个推动会专案的机制、那院长也宣示会定期的来检讨。我知道已经开过第一次会议了，表示本席也表示感谢，这么快就开了，这个林前院长也开了第一次会议，是，但是完全没有触及哦，完全没有触及哦，好不好？你回去跟他报告，跟蔡总统报告。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委员。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先询答到此，那我们休息，那下午2点半继续。